很相信，我还相信 Wiki， 相信你，耶，五人最好了。我要学外界讲话，气死你！我妈一定会被气死。他说：“干，我他妈一定会被气死。”你快点问我要不要打 GTA？ 要，我什么都不想问，操，气死他气死了没？气死，气死！太小，看你们幼稚。我突然想打高尔夫，你自己去打。开台啦！我不跟自愿意打高尔夫，看台啦！啊，这是倒数第一秒。改变角色外观什么意思？啊，就是会有一次机会让你改变角色外观，你可以选择。不用啊，那就不用啊。都已经这么像你了，真的耶。打完了可以改名字，但是我就是喜欢我的小陈博到你。小陈博到你，小陈博到你。我先看一下我有没有每日，每日参加一场水上竞速，抢劫一千三。哇，我有一个打一场高尔夫球，靠！啊，你设一个洞口就好，你就跟老乐去打，反正你们没事。对啊，卤蛋先接一个抢劫。对啊，你们先解那个两人的。没有人打过那个什么人道实验室的吗？有啊。我跟老等，对不对？你就上线等一下就好，随便找事情做。哇，我这样子买一次 PADZ 就把所有东西打回来了，好爽。是不是就是那个我忘了带呼吸器的那个？对，就是那个。我忘了带那个氧气筒。我看一下，我想要去。操！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嘟，哒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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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哒啦哒哒啦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啊操！哒啦啦啦啦啦啦啦，操！哒啦。所以我等电话，然后我接，是不是？对，你在家附近活游荡就好。在家附近游荡。我接到了就可以邀你了吗？可以。操！还是你直接打给莱斯特？对，其实你打给莱斯特也可以。直接打好像也可以。安安呐。啊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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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嘿，哇，我好强啊！然后我看一下，我要干嘛？我要干嘛？你打给莱斯特啊？打啦！我看一下打给莱斯特之后，你要请求差事啊？不给啊？你就他那边是那个白的，上锁的，翻白。那等一下好，你要稍等一下。跟他抢我，抢你！抢抢。PJ600 蛮好看的，欸，我记得那个 要有抢劫，好像要过一个东西才会有抢劫，又差一个劫完了吧。可是莱斯特，你看你之前有没有解过莱斯特的事？有，可是没解完，没解完，嗯，我差点撞到路人。Rocko 208弟弟，这边有帮。干，你会放屁耶，欸！哇，你的车子会放屁，好恶心哦！人丢啊，好恶心哦！一百万的屁车。对啊，开一台一百万的屁车，欸，比我的灵车还丢哦！立三小，立三小，立三小，立卡滚！那我就在家附近开来开去，等莱斯特打给我。哦。上面是不是？好怕我的显卡崩炸！我们家的显卡。哦。耶！莎莎。莎莎呀！莎尼。逃脱一次四星通气，天哪！那个是 bug 哎，欸，我觉得。看就麻烦。我上次已经
一整个晚上都在破那个，完全破不了。这台是坏掉了，是不是？就是那个莱斯特的布达给我那个每日那个任务啊，好像是 bug。去日本就玩，我来放屁。干你的喇叭声音超难听。然后快死了，快死了！血！我来一路狂飙。我不会爬墙。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快死了！哇吼！哇，这个帮派的叫声！我在外面绕来绕去，他都不打电话给我。要等一阵子，没有那么快。你地图上面还有没有别的看起来像莱斯特的东西？怎么莱斯特长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看地图上面有个 L， 好像要去接那个 L 才可以。L， 地图上看有没有 L 的字样？旁边选得到吗？嗯，好像有。这不是玩过了吗？乌龟车，没有哎、欸。问问题就问问题，不要拉一大堆问号。我想给你 time out， 是给你 time out， 不要拉一堆问号。哎呦！哇吼！再说一说，这个的模式好好看哦。去看一下。Okay. 哎呦！去看一下啦！去看一下啦！来过来！哈哈哈！啊，这么多人哦！哎、这台蛮好看的。这是什么车啊？斯金威德哦！哎呀，我喜欢这台车。买啊！哎、欸，我抢路上抢到一个人的车，我要怎么样把它变自己的？哦，我就自己放到车库里啊，放车库里就可以了。可以放进去的就可以啊。对，可以放进去就可以啊，不能放进去就是太贵了。你要自己买。对，你要自己买。它改得很漂亮。今天没有好看的。可是你拿回去还是会把它变成粉色的吧？不会啦，这个很漂亮。不会吧？哎、欸，等一下啊。你的车子蛮好看的，而且这台车我刚好没有。浪塞，都抢了车子了，都抢了车子了。放车库还要记得去改车网买保险。好，那我去买个保险。他这一代那个救护车人员怎么不会做事啊？就很烂啊，就是只是看一下尸体，然后就走了。我记得以前蛮好笑啊，他在地上按一按，那个人就会活起来。对啊，这一代就真的吗？现在就会啦，他会直接复活，我觉得蛮好笑。对啊，现在就不会复活啊，他就看一看尸体，然后就走。真奇怪，超没有用的救护人员。是说六探一开始玩的时候，是不是设定了什么拒绝全部 NPC 的？没这种吧？那刚刚西门也有打给我啊。没这种东西。所以你地图上面没有 L 吗？没有。我先去 The Center， The Center 改车弯，改车弯。哦哦，哦帅哥，啊飞车设计失败 ，What the fuck？ 哎、欸、哎、欸，我射了。哎，你想撞我？我只是跳个车而已。哦，怎么那么多啦？大家好啊！对啊，救护人员还会打人，很智障。我上次有看国外影片，还蛮好笑的。就那个路人撞到救护人员，然后救护人员就把路人打死。对啊，保险、防遗失、汽车全险。Yeah, my heart there. My heart. 我要接个每日啊！你们谁陪我骑个脚踏车？你说双轮竞技啊？对啊，我是要打高尔夫。双轮竞技我也有。
可是有一个帮派，我还在清帮派。这怎么都杀不完啊？烂死了！出来了吼！哎，横越大马路，我的！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下车，下车！想绕背？我自己撞到自己，把自己撞死。这车好慢。Beautiful。哎呦干！外面撞车了。哎，人呐！我家外面，我靠！我家外面撞车了，干！那我把它骑到大吼大叫的。哎，为什么？为什么我被警车追？因为你人长得丑。你没有听到吗？这样子。我家外面马路砰！你家的外面啊？是游戏里面还是你家外面？我家外面，真的，我家外面。干，真恐怖哎！超，你是说刚刚啊？超绝出家伙。可是我这边没听到。砰！砰！好不好是？好烦哦，怎么一团人塞在那边？好远。六碳54万拿来买装甲库鲁玛比较值得啦。我知道哈、啊，可是我现在就没得买啊，因为我还没解完第一个抢劫。可是莱斯特一直不扣我，不知道在抢啥。去死！40万。买一台重机的头期款比较划算，真的。哎，史莱斯特不打给我。莱斯特。哎，还有个在哪？还是我去开我的，然后你进来试试看。这样也可以啊，那你要对啊，也是可以啊。然后我打个电。这样子也是会有，也是会有骷髅吗 ？I need 骷髅吗？I come for you, open it. Hello, Lester. You motherfucker. 什么声音啊？你看到杀死你！我刚打开看，我这边看不见。怎么杀死？没看到的，我这边没看到。抢劫任务进行中。终于取消此抢劫。我现在是有什么？我现在是有什么抢劫任务？你上次不是有开一个还没有打完的？哦，对耶。对啊。我看一下哦。里面没东西啊。Nothing to do it right now， 要回家看一下好了。吃钱，吃钱。哦，看一眼那个画面，我就摔车了。看什么画面？看那个的画面，他在看影片，我看了一眼，我就摔车了。马路如虎口，看影片危险多。真的，下车，下车。耶、yeah, ！哇，我的那个大货车还在。但你接得了吗？啊，因为我现在身上有一个抢劫，我去看一下。OK， 我就帮你。这是上次那个解到最后一个前置，然后我要去睡觉那一次。是吗？不知道。那个解完啦、啊，你后来睡觉之后我们就解完。你们之后不是有找另外一个人一起解？对啊，我们解完了。我看一下，我现在开的这个抢劫这个游戏。Go！ 我先去。有点想吐。先来。哦，我家外面停了一辆不错看的车。嗯，没有啊。
贝菲特速雷跑车。胖虎不是随便喂掉就可以吗？肥蛋龙哦，我也不知道那是干嘛。啊啊，中不中？什么肥蛋龙？看三十级才可以买。如果打一场二十万经验值，那个地层掉的那只哦。对啊，就一样的吗？就近的执行者练机哦。就近的执行者练机应该没差吧？你要喂掉就喂掉不？吃下去二十万经验值也是可以喂。有这种事情啊？一两礼拜发生什么事？看一下能不能开到车库里。现在执行者可以练机哦。哎呦，就是有一只那个肥蛋龙可以给他练。肥蛋龙，对啊。来。可是我账号送的。我就不懂，干嘛送人？怪人。因为我很生气呀、啊。因为你是个肥妻。没关系，我现在有 Terra Battle 可以。哎、欸，六套我接到，我等一下邀你，我要先大便。好。那大便的过程之中呢，让我的观众看电视。好，人最好的。又要拉屎了。太想拉屎了。这是什么？其实我觉得这台跟 Z 三百有点像，我把它改成 Z 三百的颜色。这台是什么？给观众看这个好了。炫光跑车。我去查一下 Z 三百长什么屌样。我们看这台好了。就是 cos 到的 G 八百，讲的吗？脏话吗？改车王，迪迦，霹雳霹雳霹雳猫，你是在照样造句就对了。没错，穷啊，穷啊！哎、欸，六探，你没有看一下那个美日吗？哦，美日啊、哦，对啊。打一场生存，打一场高尔夫，完成一、啊、你有打一场高尔夫、哎，完成一项飞行学校课程。哇，我撞死一个路人！飞行学校课程是怎样？就是在那个左下角那个。好，等一下再说。六，那個、有试过直接去莱斯特家吗？莱斯特有家哦。哦，痛。没有吧？有啊，可是也要有他出现那个 L 那个才可以啊。地图上面要有个 L， 哦，进去改车，我要再给它用成粉一点，给我开门哦，不要排挤粉红色哦。Nice， 看这个篮筐有点少见。保险杆，这个比较像。哇，这好像那个下巴加长，尖下巴。这就不要改了，我们重点是那个，啊 ，fuck！ 你发生虾米打击？洛合金轮胎不能染色，干烂透了，还以为要换掉啊！干，我干嘛出来？哈哈 ，fuck！ 干，真的，车轮。哦，要先加入多人战局才行哦。哦，是哦。什么多人战局？哦、不是这个啦。哦，不行哎、欸。
它的粉红色34次喷射起步后解锁，蓝色，看一下，哦，喷漆，哦，是怎样？这么小一个，好贵哦。用一下好了，主色调黄灰，哇，欸，超粉，哈哈，哦，这个啊，用黄灰色系，哦，黄灰色系好贵哦，副色调，有没有全粉红？赞。内装好像不能改吧？内装的颜色可以改，早就改了。只有防滚架什么的，只有这个啊，只有这个架，这架很丑哎、欸。只有这个架，好像把车子改成卡瓦萨克的样子。那是什么东西？五高萨克，为什么大家都在那边改车？真的，这就是男人。司机车好小，最好啦！我也在那边改车，我就不是男人。我记得比较男人的女人资料片，它有超多美式机车的，好爽。为什么里面我插一根很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啊？外露式中间冷却器，然后外面插了一根红色的杆子，不知道什么东西，超怪。这个好像比较酷一点。Yeah, I bet, Miss Joe。这有吧？这都有。喷漆、防滚架、车顶，车顶是什么？哦，不用改啊！干，这个太赞！哇，我改车改到妈了，喷了6万块，妈！哇，这好像不错。炸药？不用。那个炸药不知道什么东西耶，真不错，这个好像不错，这个。OK。升一下，升七。好，不改了，不改了。我升46万了嘛，还是48万？我也是，我上40几万。妈的，狂改车！光是把它喷成那个帮会粉红色就已经。我去多人一下好了。要去什么多人？你们是不是都在同一个游戏？没有，我现在是单人。是。没有人邀我啊。我们在卤蛋这，你邀一下我。哎、欸，我刚刚卤蛋是不是有邀？哦，有，哎、欸，加入游戏。OK。不改了，不改了，转头再进去。库鲁玛52万，我知道啊，没关系嘛，再赚一点就好了。反正等一下要抢劫啊，抢劫又有钱了，努力。先加 LULUC， 睡觉晚安喽。日本你也在卤蛋的游戏哈？对啊。这台没下遮流罩，其实不太像。哎呦，已经是最像的了啦，其他的台更不像啊。哎，六探，你现在在卤蛋的房吗？我正在家。正在家。嗯哼。难怪我进不去他的，没有他的房好像被邀请。他的房好像不
不能进去了、欸。真的、啊？我刚刚进去不成功啊！血，重连吧。他说那个已不在此房。哈？啊、我还没接到。应该是卤蛋断线了吧？他是拉屎拉到。但是拉屎拉到断线、啊，真是太爽！好，有人拉屎回来了哦，都是屎味。看邀我卤蛋邀我，等下我要邀了，我要邀了，等一下。你是不是断掉了、啊？我进不去哎、欸。你说我吗？对啊。我这边还蛮多人的、欸。啊？怎么会很多人？我这边有日粉，有不幸运跟一个 AI， 你们两个断了吧？我先邀你们两个再说。你那个要邀几才能进去吧？他一直飞在天空上啊！阿三不考虑吗？我不考虑啊！我不喜欢仿赛。好了，我都邀了，等你们进来，我再邀那个。我跟 AI 赛，阿三算跑旅吧？可是他长得太像仿赛了，不是要仿要趴不趴，要接不接，不喜欢。对，你们要看电视哦。重点是我不喜欢罩子啊，我不喜欢前面有罩子。有罩子不就是仿赛吗？没有没有，要看那个骑士三角。可是阿三就要趴不趴要就像小忍者啊。哦。可是我不喜欢。跑旅。车嘞。I don't like. I don't like. 我加了不知道什么仿的。没那么专业。I don't like. I don't like.录，接受。MD0G 也不错啦，我就是喜欢。你喜欢自拍？哼，不管在哪里都行，我喜欢自拍。自拍。就是偷偷入镜。呵呵呵。Z1000太大台了啦，我是要拿来通勤的、欸。通勤。可是你不是说你现在你家没地方放？对啊，我只是想想而已啦。啊、想象哈，想象一个小老婆在家。嗯，没错。只好花钱只好买 CB 四百了。CB 四百太贵了。新车45万。操，45万，我买 MT09 了，干。那个在日本算是买菜车哎、欸，妈的，菜车！在台湾是石油车啊，干。买菜车，买台买菜车。哎、欸，我加不进去啊 ，fuck！ 什么？四缸的买菜车啊？我看一下。为什么我刚刚开的那台车不见了？好烦哦！结果是莱斯特打给我，烂死。希望朋友可以邀我。你们有没有要116探试试看？啊，你还没进来吗？其实主线的小腹就已经长得够像我了。我觉得三个主角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小腹、欸、因为我觉得他比较正常，对，比较正常一点。我最爱其他两个都人渣啊。我还蛮喜欢 Michael 就是人渣啊 ！Michael 还用那个朋友，踩机车也不行啊！操！哎，我邀请你了，六探。干不好？为什么不喜欢吹佛？我喜欢吹佛，不管在哪里都行。这鬼！吹佛是史上最赞的主角，你不觉得吗？我喜欢吹佛，他前面没有头发。没有啦，可能比较那个吧，比较代表那个。而且他还绑架他喜欢的女人，屌，屌绑一个。那段真的超好笑，笑死我了。给我下车。What the？真的加入不了哎、欸、，bitch！ 但是我直接开任务，然后看你能不能直接进那个。我告诉你离开了、哦，等我一下。能碰个精彩一些。奇怪、欸。
哦，妈的！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开到一半它就会自动跳的。对啊，现在骑什么车？我去买125啊，想买，想买，是那个14寸的吗？你说轮胎吗？对啊，我不知道几寸欸，14还是13去了之类的。有他们邀你的差事，我还在读取中，他说我正在加入线上模式，在帮我加，帮我加。你要不要先进单人的线上模式试试？好。靠！为什么都会？有没有考虑 MSR 业务？没有，太小。那个是有钱人的玩具耶。对啊，那一台要13万吧？146,000吧。差不多。我先在单人线上买来玩的车。干，对啊，你要我买那台，我宁愿买150，只要一半的钱，跑得差不多快，可以了。跑得比较快，还比较快，我也觉得比较快，轮胎比较大，轮胎比较大，我撞死路人了。那台车最高好像也100出而已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洗澡，干！我喜欢洗澡，就算在游戏都行。这神经病！我你还没洗澡？我喜欢，好吧，我只是很懒。恶心！你有邀我吗？你是用差事邀还是？你先，我现在先邀你试试看。好，差事吗？等一下哦。对，我要差事。好的哟。正在邀请。酷六吗？买到了吗？还没，还在努力。买 T 3呢？T 3跑得太慢了，直接讲。有看到吗 ？T 3太那个。下车。我让你拒绝。我拒绝了，我根本没看到哎、欸。要一次。非常不考虑。神人乱射。不考虑 Z 300吗？我就是考虑 Z 300啊。E300，然后杜克390，还有 MT07。我看一下我刚刚改的车到底。我一直邀你都是一句。E300好像前几天台湾有进的吧？对啊，295,000啊。哎呀，啊！不然就看你，哎，你开私人好友，然后邀我过去看看。你说把线上改成私人战局吗？对。我不小心把烂车开到。好像已经是私人啦，我直接邀你就好了。那你直接邀我试一个。哎、欸，我先接受你游戏邀请试看看。好啊。那就是绝智涡轮剑齿虎美式肌肉车。哦，天哪！我送邀请。这一台。我看到你已加入哎、欸。正在加。OK， 来看看你有没有加进来。好啊。哦，单人的线上就不能接差事。哦，你是说那个单人的，只有一个人的房？我看到你又离开了、欸，干为何？那你开，然后我邀你啦，我邀你。是这栋？哦，麻烦，超麻烦，麻烦。我喜欢麻烦，不管在哪里都行。看我才不喜欢我才不喜欢麻烦呢。Trouble。噔噔噔噔，嗯，这是什么 ？Angry Birds Fight！ 哎呦，今晚给我 fight！ Angry Bird Fight！ 然后看到鸟在交配。哦，它是三消哎、欸，天哪！哇，又是三消愤怒鸟。那等你好了教我。干，一直读取，一直读取，整个晚上都在读取，操！
烦呢、欸，怎么连电脑版都要这样啊？真的是很别烂。我觉得你的账号可能卡住什么东西，很奇怪。你要不要？你先进去那个，哎、欸，你本来就在故事模式吗？等一下，我现在看在哪里？先进去故事模式，然后再进去单人的，进去单人房，然后我们再邀你，会比较快。我现在故事模式，我刚就是进单人房，然后你又邀他们邀我两次，我进都进不去啊！是假的，应该私人好友暂停。操妈的！我选线上对不对？然后进入线上进行线上模式，欸、然后仅限邀请的战局，私人好友，私人好友战局。看看我有三台超粉的车了吗？你的直升机飞来飞去、啊。我喜欢 KTM 啊，全部里面我最喜欢 KTM， 但是就是太贵了，操！真。这台好像不太好骑，不太好看。然后好，我开私人好友了，然后嘞？然后你按好友邀我过去。好。我喜欢邀请，不管到哪里的，送出游戏邀请。对。谁要打高尔夫的？脑热吧？有邀到吗？小。觉得高尔夫很好玩。嗯，我要破。我看到了，接受游戏邀请。是。哎呦 ，What you say, hand? 哎呦，哇，我少了一颗牙齿，还是笑嘻嘻耶。笑嘻嘻。我好像过来了、哦。嗯。有，我看到你离开了。KTM 太贵，可以考虑 KT 啊，差很多哎、欸，差了大概19000里。那我直接去那个抢劫那边开任务，叫你进来啊。好嘛，本来我们这边就 OK 了。好 ，Maybe。Hello， 我的观众只是考虑进口车哦。不是啊 ，KT 啊就白牌啊，我就是要改黄牌了，就不考虑白牌啦。如果真的要买黄牌的话，我的观众如果。有要聊聊六探的车子的话，要去他那边聊。真的，我这边他是看不到的。对啊，你讲一大堆他都看不到。真的。不要来解啦，解高尔夫啊。CP 值很高，我知道啊，可是他毕竟还是红牌车啦，再又也是重了一点点，然后修什么有的没的也是会比较开销大一点。黄牌不见得比较好，后续开销比黄牌大是一定的。目前天气呀，确认。你们都好专业。MT07我的确有考虑啊，也是考虑之一啦，但是那也是推荐红牌。我这一卷还听不懂。车子我都当代步，所以我没钱。而且你们弄重机不都没地方放东西吗？没关系，挡车就是不能放东西的，没关系。可以装那个啦，或者可以装汉堡，对，就汉堡啊。可是汉堡很丑，我讨厌汉堡，不管在哪里都不行。不光是哪少啰嗦了，少啰嗦了，少啰嗦了。不管是哪台车都不行，不光到哪里都行。有些车其实装的蛮好看的，不光住哪里都行。咦？你可是你有装汉堡吗？BMW 的多功能车，多功能车比较搭啊。可是，它本来旁边就有两颗了嘛。啊，我觉得街车或是跑车都不搭。街车可能可以装的卡，后座方便。上国岭耶！Hello， 我是雷流。尤太，你自己要记得看那个剧情。我不要。基因。Oh my god！ 快点啊，我要标准杆呢、欸。打。耶！标准杆。虽然不是小鸟球。还接不得？碎摇。碎摇。赞！看，如果我中31，我就真的买一个他妈10个车位的房子，然后我就什么重机都可以买。Mother！ 我在台北市买十个车位的房子。不管要买哪里都行，如果要31，不管买哪里都行。
你怎么不去国外买？可以买更多。看，我喜欢台湾。可以买个50个车位。我喜欢台湾，不管多贵都行。不行，多贵就不行，除非我中31。我喜欢台湾，不管谁执政都行。Oh my god！ 不要，不行，不行。不对，应该是我喜欢台湾，但是不管谁执政都不行。台湾，就这样。我喜欢台湾，然后就没了。我喜欢台湾，干你妈的！干你妈的 Candy！ 好可怜啊！这台其实是 Lancer 吧，感觉是仿 Lancer 的。这台是达三。那我看一下我另外一个是什么？自达三。你警卫干嘛？几位偷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绕走。身材肥沃，看前面有一个同一台摩托车，好可怜。真可惜，刚好我们要到了，所以饶他一命。抢劫一间商店，抢劫一间商店，好。谁他妈乱开枪？对不起，我开枪了。抢劫一间商店，有个白目啊，干失败。对不起。看你这个霸气！如果有人把一坨屎跟两亿现金放在桌上，给你两亿叫你吃的，你会吃吗？干，真的假的？吃一坨屎就有两亿现金？我在台湾每天都在吃屎啊，我没差，我没差，干嘛吃两坨屎都可以？吃啊，吃两要两亿，两亿台币哦，你不要那边两亿台币哦，吃我也吃啊，我也吃啊，当然吃啊，有什么不吃的？吃啊，干嘛不吃？为什么不吃？敢吃啊？妈，揪团吃屎干！真的两亿耶，大哥！也要真的有两亿再吃。对啊，要先确认，然后不是假钞。真的。我不喜欢吃屎，但是给我两亿就行。还蛮搭的。也可以，也可以。我喜欢吃屎，只要有两亿就行。兄弟，吃屎大王。听起来蛮厉害的。我要先把那个零食买完，然后再抢他姐。糖果可不可以补血？好像都行，好像都行，好像都行。我喜欢零食，不管到哪里都行，都爱。好，我要抢他姐。喜欢零食，只要能补血都行。你开始玩这种怪梗。我喜欢零食，记得按住吃比较多。哦，我看我上勾拳呢、欸，上勾拳，然后直接把店员抢。我觉得吃屎至少不会折寿，我觉得啦。嗯，折寿是什么？因为它本来就是你吃订阅的。对啊，你至少不是叫你喝马拉松啊？什么化工品之类的，因为可能搞比屎更毒哎、欸。真的。所以你的口水还比较毒。他拿一桶那个洗洁剂干喝，你可能就没办法喝。我笨的警察、哦。哇哇哇哇哇！鱼大大。哎呦哎呦，要来了要来了！后退后退后退！嗯。超可怜！你们在干嘛？小爱说：“哦耶，闪过了！哇，我随便乱开也可以闪过，酷 ！”There it is. Take a look. Drink it in. Security feed on myself. Take a look. Oh fuck! Small joint. Not much security. 然后还有个抢劫跟。参加一场水上竞速，谁要水上竞速？我看一下，水上竞速是吧？猜死，进行猜死。想干嘛？就那个啊，回家了。这是事先探查而已。哦，好像要三次啊，那个。干对啊，铂金哥999嘞，好屌啊！没有，那个只是随便贴的，随、哦、便打个，对啊。看，我想说999这么美 ，beautiful。
Beautiful。嗯，雪山结束。等一下，我们就要先去抢骷髅马。迅速把这个解完，就可以买骷髅马，我们就可以笑嘻嘻了。嗯，我没有钱，我没有钱。Ken， 你刚买了什么？不小心改机车花了8万。我喜欢改车，不管空管花多少，不管花多少钱都行。哥，你是哪边花掉8万的、啊？富宝车业哦。哇，我不小心选错颜色，我不小心选错轮框，就只好再把它选回来。你喜欢轮框？不管撞到哪都行。刺激抢劫！我在拆解他们的电路板。贪食蛇吗？对，是贪食蛇啊。哦，你已经在玩那个拆电路板的了。对啊，晚安六探，不知道你车焊接好了没？等，我在弄电路板。一个月后有个小跑，欢迎一起来骑车。我很怕，我还没焊呢、啊。我明天打电话去问看看有没有得焊。我之前都坐计程车上班，好贵，好贵。没有，我家没有离公司很远啦，大概100出头。也是蛮贵。QI204204， welcome welcome welcome。哦，好烂哦。垃圾呢？比中指摇滚的哦，够丑的哦，他的表情好丑哦。RC 哪里有 RC？ 好废啊！哦 ，QI204204 点点幺 ，Welcome Welcome Welcome。他的表情好逼急哦。我喜欢改车，这没有，我不喜欢很大声呢。不管多大声都行。我其实不喜欢大声，我最希望我的车完全无声。不过完全无声的车蛮危险的。对啊，会吓到人。可以考虑电动车哦。真的，我前天看到一台电动机超帅的，而且超快哦，超贵的。又上来打超快哦，干嘛？超直接。打屌王。好耶，屌王。我喜欢屌王，不管多屌都行。你把我开车门撞到他，你把莱斯特一巴掌顶飞，把屌王送回车库。屌！靠，这台怎么那么慢？什么烂车？什么烂船？其实屌王还蛮好看的，而且蛮快，有种沉重的感觉。你刚刚来稳重，快！你可以试着买叛乱分子。很贵、欸，可是叛乱分子好像是最装甲最强的车。我、哦、靠，这个车！不过我就比较方便。这台船到底是怎样 ？Sorry， 老爷船。屁股太重，不好转。就用屁屁。I like to think of it as investing in new talent. And until you and me start playing low rent Bonnie and Clyde, that's the way it's got to be. She didn't mean anything by that, by the way. 好，以后不选向阳号了，这那么慢，老爷船。呀呀！为什么你有白金都不作死？干，为什么不作死？我在车上拆电路板啊！妈的，毫无疑问的，毫无疑问的，升22等了。牛，全民六龟不投。吓我一跳，我刚画面全白，差点就岔赛。哎呦，这怎么有个绿绿的东西？ Okay. 真的是废物船，你知道吗？慢死了。马，还拿骷髅马拉、哎？我明明就解过，奇怪。没关系啊，就再解一次嘛。马德，好了，加入。毫无疑问的。开始喽。好。骷髅马拿完就去抢，抢完就结束。干，那要穿一个屌装啊！我直接开骷髅马上去干他们。好啊，这才是屌，是不是？那你就开着他们骷髅马。那不是我啦。
哎呦，粉红条纹，哇操！这个不穿还是人吗？哇 ，Counter Strike！ 噔噔噔噔噔！哦，自由自在。噔噔噔噔噔！客制化载具威德，那就是你自己的车子选一台来开哦。这飞上去吗？向阳号加油！哎呦！哦，开我的丝巾呢、啊？哎，干我的丝巾呢、欸？嗯，妈的，没有丝巾，为什么？可能不让你骑车吧。屁啦 ，Endurex 竞速车都有了，妈的。反正开我的骷髅毛没差。好了，那我坐你车好了。他只能开四轮的，不是？没有啊，他复仇女神啊，跟 PJ 六百都有。丢。哎、欸，我快错过了。你开我的丢车。这是慢穿。哦，我看起来也太瘦了吧，穿这一套。干瘦逼班，瘦逼班，偷走库鲁马，库鲁马在哪？啊，我看一下，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哦、嗯，还是开自己的车队。丝巾是白鸟，白鸟是仿赛诶、欸。我刚的丝巾哦，威德啊，干应该是威德啦，林德啊，林德啊。哈哈呜，谢谢鼎约。哈哈，哈哈呜。大家小心，大家小心。ZX1025爹爹哦。穿那个湖里海里面都有那个。屌开上去就轰爆他们的肛门。奇怪，哎、欸，我看到终点了，好感动哦。我当时考驾照可是满分呢。屌。我当时考驾照可是考了4次比4哎、欸，超屌的！我那个时候在国外回台湾考驾照，然后我回台湾、Hello. 我回台湾也只有2个月。Hello， 你用撞的、喔，不给我用射的、啊。Hello， 等一下，我因为我看到他们就很想碾一下。继续。装备，我独家咖喱的。这应该过了吧 ？Oh my god！ 我又在一人战局。你这样我射不中。好了，撞爽了，撞爽了，射一射吧。我看一下火力。直接加进去。你好啊，旅行者。什么旅行者？你好啊。我、欸、怎么射不了？耶、yeah, ，我的每日 OK 啦。可以了吧？我下车了。好，你下车开他们的黑色那一台。我屁股后面装那一台。啊，对对对，开他回家就好了。好，开他到指定的地方。哎、欸，等一下还有敌人，小心哦、喔，在楼下。其实可以不用理他们，直接开出去，挑指定地方就好了。好、啊。你会开车下楼吗？开玩笑，当然会啊。你好聪明。不想理他们，因为反正是超级防弹，你直接跑掉就好。你在哪？我在，我已经在一楼了。好、啊，看一下这台车好不好开。我等你。出来了，走吧。哦，对，沿着红线走嘛。干干赛，干线。让我输了，操！能。这台车好像很不错。看到车子就很想要拿去改，可是改着改着会钱都没了。看来是没什么特别。
妈的，王八蛋居然一直搞我！这好像可以卖不少钱啊。哦。哎、欸，不是啊。那你到底结束了 ？God damn！ 啊？可以啊，破个灯而已，妈来车不要唧唧歪歪哦。我被通气了，哎、欸，为什么我随便找就找到西门要的车？有时候路上随便按一下就刚刚好。对啊，莫名其妙。哎呦，我飞车！砰 ！The fuck！完成，手好痛啊、哦！你是不是打手枪握太紧了？今天骑了四个小时，超过了。那骑车哦？对啊。那哦，不要坐车，坐车比较轻松。哎呀，屏东骑到高雄也是蛮丢的。假婚，假婚。好。哎呦。最终阶段啦、啊。转个圈圈。走开呀、啊！存个钱先，我喜欢存钱，用手机就行，只要用手心就行。把钱偷偷入境，不是啊？根本不在同个游戏。上你车，我直接用手机接好像可以了。Good。你们应该剩下最后一个直接抢。我先看一下改车网站。哎、欸，车真的很像一个忍者龟耶！干，这是丢配色好吗？丢配色，丢配色。那个什么、啊，他的机车也是啊，也是这个配色，还蛮好笑的。阿格里，是在他妈笑屁！香蕉芭乐汁，香蕉芭乐汁，丢车。哎呦我从一台车的车顶开过去，卖乱哦，卖乱！什么叛乱分子三十？我并没有要买叛乱分子啊！给你哦！我现在存钱唯一目标是买一台直升机。哦、，shit！ 那水要紧。屌升机，很好很好，你们就是要跟我斗是不是？到了！啊！我死了！看你好烂哦！烂。先呛，然后就死了，就是那种会战的时候一直在跳舞，然后就被 A 死那种。能开始哦。我要先去看一下我车有没有不见。Go， 结尾 go。没有不见，我就可以直接进去改车了啦。为什么是有 fap 的声音呢、啊？对呀、啊，那啪啪啪。Hello， 喝到一半。好闪啊！你们，我们的第一次哇！你长得跟你自己好像。不要再给我警察哦！哦，好险！而且他关个门还会把玻璃破碎，有个粗鲁的啦。还破，失焦时暂停游戏，关掉可以防切画面时游戏定格。真的、哦？那我等一下试试看。还有一个 donate， 等我一下。随便一个啦。是只要给他喷射就好。控制手。OK。Welcome。哦，送去给西门。西门呢？Shit！ 那个路人。Nice car。哎呦！
每次西门的仓库都好远哦，都要绕很远。Good luck， 你去钻洞。好了，钻洞。嗯，有一个。有一个要在前面压制哦，拿着枪。我就是负责开车啊，然后你等一下就进去转洞，他上面等一下会教你。哦，我现在穿的好像亚拉那一个。哎呦！哎，我突然看到一个东西。我们当粉红猪。哦，血腥猪头。这是怎样？男生化妆呢、欸？哇，化妆品的广告是男生，男生代言，哈哈哈。超级制服 ，Max，Low 什么 ，Reda？ 哎，我没有开到困难模式 ，Max， 没关系的，算了，反正我还是要开。真好笑，上我的库鲁玛，真的吗？你要直接去啊？啊，库鲁玛，因为结束之后还是要我载你们离开。啊喂！你等下就去钻洞吧。好，我不知道要干嘛、欸。你就按住左键的时候，它就会转，然后你就往推你的那个滑鼠，它就往里面钻。等下你要推慢一点，推太快它就会过热。干、啊、你老师！谁哪一个？不要追了啦！还不把你打死！他可以跳过路程，可是你不行、欸、表示其实你没有解过这个、欸。真的、啊？嗯、啊，这个我没有解过，我就觉得、啊、我就只到上一个而已。那就是啊，你只要这个有解完，就可以买库鲁玛。库鲁玛，库鲁玛 ，Hello Mona。肉肉肉！哇，你好会开哦，死给！干飙酷车神，不愧是飙飙车神，开文系武。飙酷男神呢、嗯？哇塞，这么帅气！没有，哎、欸，有一只是一个礼让，一个礼让，一个礼让，礼让车神搭上库鲁玛，真的很像那个蜂蜜芥末。干，那个是调配色。哇，你还在香蕉拔了？你还在马里奥哎？等等，噔噔噔噔噔噔，前往全福银行。我等下拿枪打那些人。哇，这台没有改过，好慢。Oh my god！ 喵喵。哎呦！喵喵喵！你是一只猫。我在解啊。哦，你要、欸、我记得你要。啊，坏掉了。进去！呀，西门，你要车进来了。西门夜车。那是你哥，那是你哥。这是念什么我都听不懂。就是你。对。My God， 我错了。懂啊 ！Fuck， 硬要闯，超级电路感哥，臭三宝硬要闯。哦，这边都没有车了。Go， 喵，解完了。丢。呀，终于解完了。连到。成功骇技系统解锁规则一下载，丢不丢？丢！中间真这里有车啦，我下车哦。Oh my god！ 我看这个全雾色的库鲁玛其实还蛮帅的。绿色买回来就涨价，你又买黑的。丢！等下进去啦，哦、你就去看着地图指定的地方做你做的事情，在外面打弯。
直接走门口进去吗？对。你要先弄你那边东西。先拿手机是不是？大型电路解锁、oh、应用地址启动。我被通气了。开。没开。哎，没有。戴上面具，按 G 戴上面具。点他的尸体。哎呦！硫酸降低驱动程式方法有没有比较好一点？我还没降哎、欸。好啦，进去。Party box。哎，摄影机在哪里？推的激流车就是推哪里啊？开的节奏，往前推，难开的节奏，我躲过了，是不是？逢敌所。哎、欸，我还可以恐吓哎 ，shut the fuck up，shut the fuck up， 丢！哎，可以，好棒啊 ！shut the fuck up，shut the fuck up。里面好像还有监视器。对啊，就是六探走在那边。不过我画面上面没有，那没关系。等六探慢慢抓来不及。就在你那个慢慢钻就好了、啊，因为你过热，它就会浪费很多时间。啊，是，爬到里面去。开喽！啊，东西拿就出来。越开越里面。啊哦！我走喽！出来！走了！shit！ 我卡到里面去。上车！啊！哦、啊。直接再去找一台车比较快。不要再给我机油车，拜托，我不是逢敌所，谢谢。一点突破，我有碎腰。没错 ，Editor，Editor，Tell me Editor， 一点突破。就是你啊！哦，自杀姐，我要假自杀，就是这里。嘿嘿，以前那个尼佛斯币也是这样。嗯，尼佛斯币，极速快感哦，极速快感，我们要给他吸一下。哎、欸，我们开错。哎呦，这个为什么要给他吸？因为他把我们带走。哦，我以为他是坏人呢，可他没有吸到啊。哦，好屌啊！我第一次被吸的时候有吓到。不怕，我不怕。嫩耶！ Yeah, 我在天上飞。剧情模式可以玩到这一台，可以去吸人家。好嗨哦！没有剧情是用那个勾的吧？我记得有一个可以吸。买酷六嘛，请搭配穿甲手枪或是小型冲锋枪好用。可是我喜欢用我想用的枪，就用习惯了，就这样。反正任何枪打头都是一级死，只要你打得到。我要可以买酷六嘛喽！耶、yeah ，这个解完就可以了吗？对，解完你应该就会跳解锁去那个商店就看得到。哈哈，喷开烟。哎、欸，所以你们要邀请吗？好啊， yeah、我跳进去邀请。终于破万了，耶、yeah ！这样我有钱吗？哇，有10万可以买的了。钱。你要说，我喜欢酷流马，不管到哪里开都行。嗯，对，不管什么时候买都行。我还没有达成精英，可惜。有啊，上面那个是短时间内的，少一个。Fuck！ 我要继续。Who's gonna be the champion？ Fuck！ 啊！耶！耶！差一点点46。嗯，有腰？还没腰？改一改又没钱喽？还没腰？
我买个耶，看呗，耶，呵呵呵。这边怎么那么多大卡车啊？还有特色车。哦，左边的金发美女撞你哦，撞！哇，他头上戴好像南瓜。对啊，好酷哦，南瓜王。耶，塔吉拉啦，塔吉拉啦！哇，我觉得开这个大货车好。Yeah, 好爽哦！耶、yeah, ，解锁卡林库鲁玛。哦，肥婆，你穿的很像那个存钱，存钱猴塞雷。我不知道为什么得到一个奖章叫猴塞雷。不是那首歌，你不要再唱那首歌。耶、yeah, ，我有62万了。耶、yeah, ，快买库鲁玛！太爽啦！太爽啦！看一下哦，快去改车啊！好，赶快去改库鲁玛。我看一下哪一个，第一个全线哦，不能是飞机。看一下哦，我又忘记在哪里了。在最后一个的哦，对 对, 對、就是，最下面的第二页，黑色页面的那一个。不是啊，欸、最下面三米凯勒是卡林库鲁玛副装甲吗？对对对，副装甲525那个。对对，就是耶、那個， yeah, 太丢热，终于可以买啦！我、哦、靠腰，我在上网，妈的，你害我网路跳掉了，我正要点颜色，然后就跳掉，害我吓一下。这里面还可以当机，对啊，看，哎，买库鲁玛喽！我看一下，卡林库鲁玛副装，哇，好屌哦！可以买库鲁玛喽。先弄什么颜色？橘色好了。嗯、这边有这个车哎，不是说黑的好看吗？哇，可以来，买库鲁玛喽！这个桃红色已经很丑，我先弄一台红色的好了。桃红色就是那个印度要做，很丑。很什么啊？还有弄一台粉红色的那个 Ugly， 我先买橘色好了。Ugly， 哎、欸，居然不能，还是黑色好看。我买到了 ，Who is gonna be the champion？ 不能玩，我、啊、靠药！哎呦，我这一根哦，我这一根哦。为什么你会闪？为什么你会闪？因为你攻击我瞬间，我按空白键，我就可以闪。快死！轿车，快死！大哥，大哥。哈，妈！我拿这一根竟然不怕我的剑，他不能玩吊车。我要打电话叫他送过来。OK， 烂死了。打给技工，对不对？对，然后他就会叫你选车，选库鲁玛。嗯，按错，我直接跳过去你们那边看一下那边。好啊，你看能不能加？如果不能加，我就把你们都邀进来。库鲁玛还没加，库鲁玛还没到我家。对啊，你们都没有选。旁边有人撞车了。对啊，他怎么了？三宝、欸，等下上面真的是个三宝、欸，真的、欸、三宝饭。天哪，你看他在干嘛？你看上面是烧鸭、烧鸡跟叉烧、欸，真的、欸。是这三宝他在干嘛 ？Sandy 哦，哇，你好帅、啊，一个帅不帅？一个哎哦，哦帅不帅帅？一个哎，哎、欸欸，这台还蛮像那个的。你看那三宝啊，那三宝超好笑的。看看，哎、欸，他还在那边、欸，还在撸人家、欸，然后还蛮像那个的。世纪三宝、欸，哎，那个，有要开走，开走，魔派人吗？ Okay, 我先邀他们进来。要叫天马，天马才会送来。那不是我车，那是露露的车。那个叫什麼天马，哪里有天马？天马，我用技工就叫过来啊！没有没有，因为你刚买，他还不会到你的车子，你不会叫车博文，对对对，柯博文、啊。所以我要回自己车库啊！你要等他送到你的车库。看好久，库鲁玛，快点，我等不及了。哎、欸、呀，不幸运嘞、欸，不幸运没有在线上。他断线了，等不及了，等不及。我拍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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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你们，我都要你们。拍谁拍谁 ？OK， 我看。那刚好我们四个可以解新的抢劫、啊，我可以解我那个突袭人道实验室。哦，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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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打猴子了吗？没错。看我的库鲁玛。库鲁玛。我上次好像那个我的库鲁玛才刚改色、啊，太靠近我的个人载具。因为前面那台是你的。Mother， 你先回家，你直接骑回家领就好了，因为你家蛮近的，绕过去到了。Sorry。哇，你看看，全部都粉红色，有个赏心悦目的。罗多罗拉的，要抢劫的吗？梅罗雷亚，谢谢你的订阅，我就非常感谢你。我就开库鲁玛了，我也来开啦。罗多罗拉的，罗多罗拉的，库鲁玛战队来了。
Studio Mac 专辑。Studio Mac。狩猎。Studio Mac 战队。哦，啊，走错了，走错了。你们都进来我房间了吗？有，我进来了。OK， 我看到那个印度进来，可是日本还没。正在加。嗯、日本，你先加，你先看我的摩托车、哎、像不像 Z300？ 你还要买？你不能买在瘦瘦的那一台吗？威德闯天关，在里面干过瘾就对了。对啊，过干瘾啊，干过瘾是吗？干过瘾，Gangrene。车子冒烟了，不要介意。我也有。不要！不要撞坏了，看不到。你听我的喇叭声，很失败。Spider-Man 专用。要。你们在哪？在家。OK。过去。我的两口令。太丢了！不要这么，哎，乱了，卖乱了。日粉，我在家门口，你来看。十哇哇哇哇！嘟嘟嘟！可惜他没有。哎，我的脚在，我的脚在打拍子。哪里有看？我不知道你看不看到我的脚在抖。你看得到吗？没有，你的脚很正常。可恶！哎呦，我把一个路人撞死了，去！好瘦哦！谢谢 Conan Storm， 很像对不对？还蛮像的啦，已经是游戏最像的了，我觉得。还有那个还要选就对了，而且他的头灯蛮像的。啊！好，回车库了，开酷溜马出来了。喂，我怕他小，怕他小就倒。先交法拉车，千万不要乱踢我的超级吊车哦！哎、欸，有一个肥肥走过去。哇，我美肥婆哎、欸！哎呦，我来，放你空气！哇、欸，干、哦、骷髅马，有钱，干我的骷髅马根本就是麦当劳，好丑、哦！哪里？我看，开出来看看。我看一下，你开出来，好丑、哦。哈哈哈！麦当劳叔叔，麦当劳叔叔车来喽！敲敲，超丑的，哎呦！赶快去改色！看麦当劳叔叔车啦 ，Orange！ 敢叫我？干！好丑！干赵娜怒毒哎！好丑！等那里，等那里，等那乌色。可是，汉堡哥哥，哎呦，好干！你下去了。도라루도아우레스난도주의야짱다。AS209977。那我们现在去解什么？我先去改车好了。可是我可能钱不够，我只有十万呢、欸。十万还差不多了。十万可以啦，可以改个色啊。是改装商店吗？对啊，就是那个改车网。因为我那个莱斯特还没有打电话，等你等我好，我就要新的那个抢劫这一模。好慢哦、喔，我的车。哦，四年。那台刚开始超慢的，你要改到后面才行。没关系，防弹比较重要。真的。不过对着你那个洞一直打的话，还是会受伤，就是。感觉电脑没那么厉害了，操！你可以按那个、啊、按那个前倾，然后躲在车里面，比较不会被中。前倾。就是你坐在车里面，然后我是摇杆啊，我摇杆是按叉，按住叉，它就会躲起来，就不会被打到。先修理一下，刹车没得改，保险杆，哦哟丢！我现在要怎么样才可以解到那个，解到人道实验室、啊？你前面那个不是解完了吗？
对啊，就是那个直升机那个啊，那个捷运那个不是解完。逃狱事件我解完了。解完下一个好像就是什么人道实验室吧？对啊，可是他还没打电话，可能要等一下吧。还是你打过去给他看看？我打了，请求猜字是一般猜字，没有那个枪。好烂。等一下吧。还是要直接去找莱斯特？没有用啊，你去他那边他也不会出来。你就定钩机哦，干嘛啊？干嘛、啊？干嘛、啊？哦，前进后退，前进。哎、欸，你会在上面滑？你看，冲浪王哎、欸！好，我也想要粉红色，可是会跟 Into 撞车。不，你把那个颜色倒过来改就好了。哎、欸，车牌是不是可以改字啊？杰林上次说下手机。是吗？要用他专用的 APP 才行、啊。那个叫什么 ？i fruit 那一个、欸？你为什么会滑下来？因为我滑下来了，没什么为什么啊？对，我要去找那个妓女嫖一下。你要开车啦？我要去开啦。他只瞧得起开车的，真的贱女人。懒，开我拉风宝马都不能。不能那个骑机车去兜风，这个真的是麦当劳车，好丑啊！麦当劳叔叔，像忍者龟哦。I love me。对呀、啊，那个是 Leggy 看到每一台，那骷髅马都说像忍者龟。因为真的是忍者龟啊！我的不像啊！我要去那个脱衣舞霸附近才会有比较多技。靠！雾面哦，你又骑那一台了，你又开这一台了。汗血宝马，哦，汗血宝马超帅。雾面粉，没有雾面粉。嗯，你等级不够的话，会看不到比较多颜色。此物品会在你赢得一场空中竞速，靠 U 啊！你就开个空中，然后给你赢就好了。不要不要，没关系。到了，有没有妓女呢？哎、欸，有帮派、欸。你打那个，我刚刚看到，不想打。哪里有妓女呢 ？Hello， 好像不在这边呢、欸。Is any 妓女there？ 你要去那个海岸那边才有。海岸那边我上次有看到，可是我看网络上面有说这边有。那边也有吗？你是鲑鱼粉吗？鲑鱼粉是差小，鲑鱼的粉色，就是它有一个粉红色是鲑鱼粉、啊。你是说我的还是怎样？你的，我的是帮派粉。帮派粉 ，what the fuck？ 就是创自己的帮派，然后自己选，是我自己调的颜色。哦，对啊，我是比那个，因为鲑鱼粉它是有点偏橘色。干，这边没有妓女，还是只能去海边找了，比较快。每到夏天就要去海边嫖妓，到海边嫖妓。我记得好像那边比较多了，看一下。这边有台粉红色的车，好丑。丑干嘛、啊？好怪！哎呦，那好怪。啊！磨到了一下，你的汗血红来了。哎，不会了。哎呦！哎，到海边了。对啊，我来找妓女。哦，有了。哦，一。啊！不要进水，不要进水。鲑鱼粉蛮好看的，可是哎呦哎呦，可是车顶不知道改什么，蛮 sexy 的。车顶可能就是雾面的白色。干，我身上没钱，我看到一个蛮 sexy 的。雾面的什么啊？还是粉白还是粉黑、啊？雾面的灰色好了。哎、欸，女生角色能够找那个吗？调剂吗？我不知道，你试试看。不知道哎、欸，要试试看。这个，干，我找到一个蛮 sexy 的，结果我身上没钱。
欸，好像可以耶，试试看啊 ，GL 吗？ Get. 那他要怎么？哎呦，灰色。看有没有 sexy hot girl 啊 ？Hello， 超社群哦。海边好像比较多。我看到一个。Hello， sexy hot girl 啊？没有。Yo man， 有个在一个区域。Come on girl， 我这台抢棚哦。Oh sexy hot girl。OK。然后我们来兜兜风，我们来找个阴暗的地方爽一下。还会跨座，最后一个选项是跨座。Yo, come on, man！ 要到隐秘的地方去。隐秘的地方去？哪里比较隐秘呢？在桥下比较隐秘。哦，就是这里了，就这里。哎呦，不可以给两个掐。哎。找不到，就这里啦 ，man。OK， come on。丑，50块。Yo， sexy hot girl， come on。Yeah。哦，原厂的轮框比较好看而已啊。啊耶，高档车。我也觉得原厂的最好看。对啊，原厂最好看。原厂不能改颜色。对啊，原厂不能改颜色，烂。啊，助跑。啊！有人在那边享受，耶、yeah, 啊！这个蛮好看的，哇！啊！傻小啊！被淘汰！他在嫖妓呀、啊！啊啊 ！Yeah， it's good 。高档比较好看，高档。Yeah， 来个70块。70块好像一样。哎、，Come on。跟50块的一样，然后100块才是跨座。哎、欸，没有啊，70块，啊啊，蛮好，70块挂上来。啊！真的吗？啊！啊！啊！耶！啊！啊！这是什么？跟什么运动器材？哇！哇！这可以做吗？不行！哦，这不能健身啊！烂！啊！哎，这个健身器材。放在这边都不会被人家偷的啊！啊 ，motherfucker！ One more, two more。Motherfucker！ 臭鸭子！啊！啊！不让我健身！妈，就是黑色最好看呢、啊！健身！不让我健身！不让我健身！红色！啊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donate。红色好像还不错。啊！烈焰红，烈焰红，我说，来来，100块了，哎，哎，我真的不懂这台车。这台车重点是防弹啊！啊，对啊，难怪车啊啊，70块跟100块怎么看起来差不多啊？对啊，有两个是一样的啊，只是最后一个好像比较快色啊，有屁用啊！嗯哼，啊哈，啊哈，啊，啊，啊耶！这么窄就看得到、啊？哎呦！啊，这么窄看得到、啊？干！我超屌！我改到剩686块了，我的总开销。改完了。你去强奸银行就有钱了、超屌的。OK，、看妈的，那个露出唾弃的眼光。有人不懂啊？对。不懂粉红色的美啊！我在跟妹妹啪啪，等一下，我看一下在哪里。啊、哦，我啪完了，我啪爽啊！妹妹走了，那、我们现在干嘛？他只能三个。我等我这边的那个。那就等什么莱斯特？莱斯特好像不鸟他的样子。其实还蛮好看的，我的车。哪里啊？我看一下。我不知道你在哪、啊。我在。看莱斯特又来电了，是怎样？为什么我的莱斯特来电了？那大家回家嘛？好啊。Yo girl, give me some money, thank you. Thank you. 是那个市区的那个家是不是？对啊，就是我们的家。I got the money.
我好像还没有那个，我任务还没来，我可能要重开重进房间才 OK。好 ，welcome。还是你要？可以啊。你要跳出去再重开一个？对，我就跳出去重开一个，他电话就来了。等一下，我先躲个警察。你做了什么事要躲警察？我刚趴完之后把那，我把那个女生撞死了，然后我就把我给她的钱全部拿回来。Yeah. 哇，你的那么浅哦、喔，是不是？哇，而且你的轮子是轮子是红色的、欸，你的帮会灰迹也太怪了吧？那是什么啊？因为这台车性能很好，它防弹，还蛮好看的啦。还有史达林的。萤火晚会。嗯，我怎么对他开处理嘛？你那个上面，因为我们要抢劫不是吗？你上面黑色的抢、啊、劫不是里面还可以再选车吗？对啊。对不起哦，因为我就这台车刚买来的，想开一下、啊、不行吗？哦，我这边有好多妓女哦，一个比一个杀哦。好烦哦，这边挤一大堆。你的那个、哦、的你的车顶用成黑色的比较不会怪。来，你做黑色。哦哦，比较不会挂，因为像你看，像我现在是用粉红色，然后两个洞很好笑。那我回家重开啦、啊。不会啊，我觉得两个洞还蛮好看的。是吗？我觉得很像那个麦昆诶、欸。麦昆，就是那个什么闪电什么的。哦，好看啊，闪电麦昆。感觉好像动不动他就会有眼睛出来讲话。哎、欸，你的，欸、你的轮胎怎么？怎样吗？没事，轮胎粉红色底，粉红色底。哦哦，为什么你的看起来这么光滑、啊？奇怪，因为我是那个啊，经典漆啊，你是亮漆吧？是吗？对啊，我是经典漆，然后我的黑色是雾面的。哦，还是雾面。嗯，灰色看起来什么什么哪里有雾面？哎，我靠！太远了吧？开玩笑。哎，我们要解什么快？我要赚钱，我身上只有686块、啊。我要重开房间，他才会有电话，不然我现在没有办法接。等一下、哦，又是香蕉拔了，还是我接？哎、欸，干你被通缉，你不要上我车啦！哎、欸、，LGJ， 谢谢。我先跳离这个线上。你先跳，然后再开一个，再摇，直接打给雷斯特就好了。我打给他，他也说没有东西。对，好，就太没有钱了。对啊，妈的，你还害我。嘿嘿嘿，打警察了。你是怎样？救护人员被两星，请问一下。救护人员跑得好娘啊！我先去上个厕所。哇！啊！啊！嗯？你们是还在躲警察吗？躲完了。想说看到一个二在那边跑，二，哎，你没有用那个什么粉红烟吗？你说刹车烟雾吗？对啊，因为我没钱，剩686块，妈的，那个烟雾好像要25000。我还有用底灯，呵呵。我也用底灯啊，可是我觉得底灯也是粉红色不好看，想换掉。是吗？我啦，我。嗨，我们现在等卤蛋回来，还是就开车去晃晃算了。哎、欸，对耶，你的也是粉红色底灯。对啊。我也是什么什么小马粉。小马粉。小马粉，为什么要叫小马粉？很奇怪。不知道。哦。不知道去哪里，这车好慢哦！我等级太低了，没有引擎那些可以改装。我也没改啊。哎、欸，日凡还在我车上啊？还在啊。大便车王。
欸，我来研究一下怎么样用手机改车牌号码好了。嗯，去载那个 iFruit。iFruit 什么东西啊？是智慧型手机。是要那个吗？是要在里面下载，还是真的手机里面下载？真的手机里面下载。真的手机里面下载。它好，就是一个整合 GTA 5的一些iFruit 系统吧。对。我狂买。iFruit。应该是这个没错啦。看，现在怎样？大家都卡在这边。我停路边可以了吧？日本下车也不关门。iFruit 是不是 ？Death ZJZ， 谢谢。那怎么拼啊 ？I F I 水果那个 fruit 啊？啊，我回来了。我先邀你们进我房间吗？好，好。我不知道怎么拼啊。F R U I T 哦，拜托。F R 拜托。我都邀了。所以从好友那边加是不是？对。哎呦，我看到一个 PP。Sexy。它是那个水果篮，然后加香两颗苹果，加一个香蕉，然后看起来很像屁屁，要不然就是胸部。像懒觉。对。大懒觉。好，一定是故意的。这是有人在吃东西啦。Okay。哇，还在吃东西。我要来开瓶客了。骂你哦。这是史考特推荐我的品客，看一下可以吃的哦。我有一个吃的。日本没有品客。有啊，可是好，谢谢 Heap， 谢谢。这牌是什么啊？贝菲特斯袜子，好丑，拿去卖。哎呦，他要 WiFi 才可以载耶，烂！要把 WiFi 开起来，开 WiFi， 然后再……妈的，我忘记我 Social Club 密码了。撕不开。开品客这么用力啊！撕不开，看来你也是蛮嫩的吧？他那个面太紧了，好开了。No。 我要去收个信了，干，忘了密码了。嫩。就吃饼干喽。下载。安装中，他在宅了，他在宅了。那台破车才8000块，你是在哪抢车卖啊？没有，我把我家里面有一台很丑车骑出来卖，但是以前我觉得还蛮酷的，然后就弄回家，就发现他家很丑，不如我自己的车。Bitch。 那新手任务啊，他也会送一台车，那台车也蛮丑。耶，我成功啦！我看一下哈，要怎么按啊？是 GTA 5吗？对，是吧？你说帮会吗？不是我，他会改，我想改我的车牌。哦，我不会，可能要问杰林。
我来研究设定。设定 six one， 看一下有没？这，嗯，看看哈，怎么用嘞？LS Customs 洛森都改车王啊，可以可以。丢。女生。车库。Six One。看一下我的密码本。丢。我不要丝巾，我要换车车牌、车库。我叫刘天丢。我要改改看。啊！啊！手机空间不足。I 下订单，还是叫什么？这答案多大？哦，真的很像那个，真的很像猥亵物。下载中，六天天就好了。我看到 AI 妈飞起来撞墙，超智障。嗯，是我打错。我因为拔牙之后，我现在吃东西又超慢的，觉得自己一样很健康。瞬间纤瘦。哇，他都要把那些看完，他才可以让我进去。选择平台 PC 的啊，超麻烦呢、欸，真的蛮麻烦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改成功哎、欸。你是说重登才会更改？我不知道，我去车库看一下好了。不行就算了，改天再用。说不定你下次登记的时候就会改了。啊，我们现在要接任务了吗？我任务还没来、欸。要选哪一个啊？设定是不是？对吼、哦，包这个。左上有一个 LS Custom。哦，好，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的车牌。干没有啊，妈的嘞 ！Damn。LS。OK。干。哦，竟然还有音乐！改没有改成功啊 ！Fuck！ 再试试看。我还会改失败。哦，要直接去改车王确认订单呢、啊？哦，有声音吧？看一下抖内。GG77A9 啊，刚下班抖内，差了30块服务样片钱。Hip 963369，还有这个 Mr. Dante 614，还有这个哈哈物，哎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subscribe， 抖内 A B C， Welcome Welcome Welcome， 还有 White 2064 ，Welcome Welcome Welcome。Welcome，Welcome，Welcome，Welcome。编辑呀，是不是？当然要写 into 啊。Welcome，Welcome，Welcome。嗯。火啦！哎，我有烟雾哎，我有粉红色烟雾。车牌。七七七，哈哈。
莱斯特的任务到现在没来，好烦哦、喔。嗯，车怎么丢了？没有车牌啊。哎呀，没有车牌啊。哦，哦，我手机没改成功，不可能啊，有啊，有人新的关卡、哦。手机要怎么确认订单啊？主目录，云端错误，读不到记录。谢谢 Mr. Steven 0959。我观众跟我说，你说。要改那个密码来重置，啊，真的假的？哎、欸，他那个，你刚刚打那个车牌，然后你还要按旁边的改装，哎，干麻烦呢、欸？他不是下面有一个车牌吗？然后车牌的左边有一个改装，你打完那个，然后你要再按一下改装。好，应该是。哦，我去看看。我先游戏重开试试看哦。好。去一下那个，哪里啊？改装哪里有改装？就是它下面不是有一排那个菜单吗？哼。然后有一个 A B C， 就是要打那个你的那个车牌的号码嘛。对啊。然后 A B C 的那个左边有一个改装。有啊。然后你打完，然后好像要按一下改装，它才会确认。真的、啊？对啊，我刚刚有按一下改装，然后他就说新的车牌产生中。是啊。对啊，我现在要去看一下是不是。哎、欸，哦，哎、欸，这个，应该是，对对，改密码，有一点麻烦。为什么要改密码？他说我的云端可能有卡住，就是我的那个讲解进不来。马上我试试看好了。可是你刚刚还蛮顺的、啊，刚刚那一个。我要重新启动，等一下邀我。OK。看一下。车牌。没有哎、欸，很难呢、欸，麻烦。为什么没有那个啦？我车牌又变回来了，他都没有。你刚刚有改成功了？没有啊，我有改了，它右上角就是显示我的车牌。看一下。我不知道怎么下车牌订单呢、啊。GTA。车牌，哼，终于把我密码改好了。然后我要登出，再登入。哦哦，你要回改装，按订购按钮。预约车牌时，系统会显示一则。车牌为永久性的通知，目前你无法改变、变更车牌。如果你想要在未来此设定变更时，马上收到自动电子邮件提醒。为什么？哎、欸，看为什么我只能改 PCJ 600这台车，不能改别台车？过吗？你全部车都不能改，只能改你说那一台吗？可以改富兰克林的。那应该就是因为你的那个库鲁马刚买，他资料还没进去。
哦，是，可是只有一台哎，它只有一台哎，不可能啊！欸、要我要我要我！是改一台就全部都有？我不知道、欸，真的假的？这么好？要我要我？车牌好像是不是一张多用吗？我还在改密码。谢谢卡米有0730，往右滑也没有啊，就不能往右滑啦。往右滑是谁啊？往右滑 again 哦，抱歉，往右滑谁、啊？要我要我。没有，你要找其他人邀我，现在重开游戏。哦，好，我先进行私人好友战局。好、哦，请回到改装画面确认订单。对啊，按订购。哦，订购哦。你妈的！好，我弄好了。变更一次车牌，你确定要继续吗？是。是。是。你已成功变更车牌，哦耶！然后嘞？搞傻眼。然后嘞？下载资源中。那就不能往右滑、啊。哎、欸，为什么？为什么他只有一台车？对啊，我也是只有一台车。而且还很烂的车，冒险家蒙牛。冒险家蒙牛是富兰克林的。像我就只有我自己买的第一台车 PCJ 六百可以改，而其他车不能改，超烂的。那我去看一下我 PCJ 六百的改了没？我看一下可不可以那个、啊、车库页面，车子那边往左滑。嗯，对对对对对，往左滑会变成线上版的。他不能选车种吗？啊，我找到了，看。可是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车？可是为什么只能冒险加蒙牛啦？对啊，好奇怪哦。恶霸，看我的库鲁玛嘞！哦，有了有了，卡林库鲁玛，订购。你怎么选车的？接受，你要先回那个车库，然后、哦、车库，然后先把车选起来就对了。车库里面不是会有上面有富兰克林跟你自己账号那个，那边可以往右滑，往左滑。耶、yeah. oh. ！然后我收到订单了，我要去。糟糕！库鲁玛，罗森度改车位。是这台吗？它都没有显示名字，烂死。真的，还要一个一个找。对啊，冒险家蒙牛不是这台。奥北九 F 厂牌，它不是。嗯，好像是这台。你点进去看啊。他写英文这个是吗 ？K A R I N 那台 ，K A R I N 嘛、嗯哦，怎么都不写中文了，烂死了。没翻到，按确定接受，赞哦，订购已，哦，哦，有了，他马上游戏、啊、马上简讯过来啊，处理应用程式订单要14000。哎，真假的 ？It's slingshot， 等什么？干，求了，我没有钱啊！干，我看一下，我进去看一下。操！怎么办？救我！解个任务就有了。我现在卡在车牌这边了，我要怎么设定？我跟你讲，车已更新。哎、欸，不用啊。我免费耶、欸！没有，他写免费干，可是你去洛圣度改车王，他就要收你14000钞。真的吗？没有啊。有了，干。真的吗？快点干！那我自己先去解任务好了。好，你找个任务解好了。是吗？为什么没有减少？他写免费。高尔夫球一个人可以吗？可以啊，你只要用一个洞，然后结束也是一个洞，那就双双打。高尔夫球机在哪里啊？高尔夫球场在哪？你按地图，然后有一个很像棋子跟一颗球的那个就是。
七日跟日在靠近哪边啊？靠近海边。棋子跟一颗球，蓝色的吗？不是，是黑色的。黑色的，我看一下在哪里哦。哦，在那个偏，你知道电影院吗？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啊，我知道。电影院上面那个就是一个棋子跟一颗球那个。哦，看到了。我不会把他第一个车牌下好之后下订单。你要回去改装页面，然后选到你的车。没有，你要现在车库先选到你的车，你要改的那台车。嗯。然后去车牌那边改车牌，改完之后呢再回改装，然后会停在你的那台车上面，要你按订购。嗯。比较复杂一点。订购，仅能变更一次车牌，需要继续吗？是。你要看好你的车是不是？然后你游戏开着的话，你下订单一下，应该游戏中就会跳进去跟你说，洛森都改车王收到你的订单。对、啊。我说我现在是没有开，可是我说他有一个订单，只要600块。What the fuck？ 为什么那么便宜 ？No， 不知道，我是免费的。不合理啊！干。好，那我现在开游戏来看看。红巴底。这没画面，因为我游戏没开啊，我在用手机啊。你们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呢？等一下，等一下。嗯。Oh, Meta Line, Meta Line 0302。哦，没事。那场巨头绝品卫士或二龙 GT 可以卖9500，没关系啊，再说。开球洞不行，那他一定要邀请玩家干，我怎么加入别人的游戏啊？白痴哦。啊。我本来想说陪你去打，结果你就马上进到别人房。但不是啊，我不知道你们在干嘛、啊。那我先跳出。我正在路上啊。所以我先邀你。你现在出来应该已经变成一人房了吧？我本来就一人房啊。啊，真的吗？不是，我私人好友战局啊。那我邀你看看。哦，好。还有鲁文。嗯哼哼哼，目标宅区已经在路上都被发现，去摧毁它。什么鬼？感谢晚安。等一下，我还在读取。好，我在西部乡村高尔夫等你们啊。嗯。你等下只要进差事，直接邀我们就进去了。Oh my god！ 一个人吃披萨只能订小的，买大送小，吃不完怎么办？可以冰起来啊，明天可以热来吃啊。不过明天热的时候记得要加水。那你有试过想尽办法把它塞到你的肚子里吗？现在天气热起来了，我想帮我的脚车脱外套。我也想，我也没有再穿那件外套了。那你去沙发。先换个子弹。嗯，不是。为什么不能换子弹啦？ All right, we might be ready to move on this thing. If you want the work, you'll get a knock on your door any minute. 年代，年代，年代。你们加入我的游戏了吗？嗯，我接受了，他还在跑，等一下哦。我先炸个车。我觉得披萨。步兵战披萨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赶快，赶快，赶快记录！还有卡里啊！我终于找到观众说的那一间咖喱店，其实还不错，有点贵而已。日本要来吗？好啊！我进来了，邀我，我有邀你啊！我现在上游戏，哎、欸，等一下，睡觉的晚安，晚安，啵啵啵，哎、欸，对对对，我车没变，开去改车王，这
重型装甲，真的很丑呢。武器店或服装店买抢劫任务重型装甲。哎、欸，你们都加了，那我开游戏邀请你们。好啊。OK。高尔夫，稍等我一下下。结果抢劫没办法。暂时我这边还没收到。完结洞是一个洞，对不对？完结洞什么意思？完结洞就是看要几洞啊。嗯。一个洞就好了不？打一场就好了。打一场就好了。打一洞就够了。我看到了高尔夫球赛，还看到你的头，很好笑。为什么我的驾驶这么低啊？哦，飞行，哎、欸，车子也很低耶、欸，其实。没什么在开啊。我也不知道哎、欸。刘畅，晚安，累了，明天还要继续弄母亲节，对哈。拜拜，晚安。我没有看到我的车牌。你要去洛圣都啊？我到啦、啊，我什么都没看到。你有收到订单吗？没有。那就是没有啊。失败。那就是没有。完了就是失败了。你要先打高尔夫。好，我先去打高尔夫。嗯，它有点复杂的路。高尔夫夫。看到。感应图快啊、哦！我按了，我按了。OK。开始。西部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啊，准备完毕了。哎呦，你的脸为什么是一个痴呆样？谁？你呀、啊！你才痴呆样，牙齿露出来的你。你才痴呆样。哇，读取怎么那么慢？哎、欸，你先打。哎、欸，是我。啊，我要打到一、啊，线挖掉了。bug 二六，谢谢订阅哦。Yeah。卤蛋。换我喽。为什么你的那个？抬头纹这么深啊，我就很不明白。因为我的人生比较困苦一点。Long live up, go, Penya。那为什么打出去会这么lag？你们会吗？我还好、欸。落地的时候张数超低的、欸。我看是还好。我看也是还好。Penya。可能你显卡烂烂的。敢酒气也敢嘴，够打！敢好啊，每个人都那么强，妈的！该你了，毫无疑问的。我不会、欸，你就按。滚轮可以选干，然后左下角地图有一个黑色的十字，是你预计的落点。所以按什么？按左键是开是挥干，第一下是决定力道，第二下是挥出去。要按住吗？不用，按一下就好。按一下，然后再按按。哎、欸，太小跟了，干。哎、欸，你应该一开始就要用它预设的。你要按到黄色的攻击力会最大。所以啊，算了，我试试看。哦。哎呦！哦，不错不错，盘压！干你俩进沙子，哎、欸，没事。哎呦，好险哦！可是你这边好难打，那是湿地。干 fuck！ 又是卤蛋。Who's gonna be the 卤蛋 ？Fuck！ Fuck！ 哎，Long live up， get set， go！ 哎，哎 ，go！ 哎哎哎 ，go！ 哎。屁啦！为什么？干嘛啦 ？Go！ 哎、欸，哎、欸、哎、欸，
来就不来电。我靠，一百是怎样？一百是怎样啊 ？Beautiful， 潘亚，干你老师！哇，你这个位置好烂啊！对啊，这位置好烂啊！为什么力量只有94啊？因为你没有按到最完美的那个正中央位置。干 ，so fuck， 耶， yeah， 干我了！干你屁股好大、啊。You have a fat ass。哎、欸、啊 ，shit， 68，差太多了吧 ？Num， 太早用，我们四个人其实可以打网球哎，还有二对二模式，好像有吗？上次好像说没有哎，我记得有啊。可能可以找我看，好像只有单人的海滩有啊，海滩哦，你说海滩那边的那个，对啊，干这游戏好好，这还不错，还可以玩高尔夫哦，那个，我看上上国林，咦，下国林了，再见，哭哭哦，那换我嘞，干他也太小了吧，你要看地图上面那个黑点来决定，还有右上方的风向。那个箭头就是风向，加二就是现在是正加二，所以你可能要打小力一点点。我就玩平亚，玩到操作自如，然后就不玩。哎呦，哎，击杀了 ，bunker， 高姿 ，yeah，you are bunker，bunker 也不一定，因为它会降低你的击球率，有时候反而好打。可以改击球方式，什么意思？平亚，我记得右下角好像有击球方式，可是我还没有用，我还没用过。哎，再见。看我，这个标准杆几杆啊？不知道，我刚没看。标准杆五杆，没办法，小鸟球。好，就这里了。好，平亚。超歪，没有，超标准，上国里的，打得好，干什么？打得丢，妈的，这怎么打？太低了吧，白痴！因为看到前面有一个那个黑黑的人朝他打下去，对，哇，你沙坑王哎，沙坑，真的妈的嘞，为什么有水声？盘架。哎呦，其实还不错哦，有哦，离那个洞很近哦。妈的，其实最好最准就是点黄点吗？对，点黄点是力道的选择，所以可能会超过。对，这游戏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盘呀，太远了吧？哎，还不错、啊，好险，蛮近的，丢。他那杆子不拿起来是要怎么打、啊？盘呀，还蛮好玩的。我们打九洞好了。九洞爱上了你跟上次鸟屎一样，就玩着玩着。好，对啊，上次鸟屎跟着鸟屎玩，哦，操！我们这打了九洞，干这个很惨。我前面那颗球是谁的？不会打中吧？会吗？不会吧？不会打中。会打中。好啊，我看一下哦。干正常高尔夫不应该打中吧？啊，他就是会打中啊，很靠北。干为什么你是用键盘在玩呢、啊？没有，我都可以啊，他键盘上面有东西可以用啊。干太强了吧？干前面那个到底是怎样的？很靠北。打我啊！好。哎，Game Set。Go。No！ You motherfucker！ 再一次的推杆 ，motherfucker shit！ 推杆，啪！哦，你的脸好 BG 哦，真的 BG boy。motherfucker！ 哦，天啊！好啊，你要朝那个日粉脸上砸下去就赢。好啊。为什么每次他都站在前面？哎，好难看哦。
怎么预览？你按住 Shift， 按住 Shift 它往前拉。哦。然后按那个大小写那一颗可以换击球方形，不过现在短推杆应该是正常。短推杆正常。哎 ，dead fuck！ 干，不是说打到黄的会超过吗？没有没有，你要看地图上那个黑点，就是它的命中点。哎呀！那推杆一次了。它的命中点就是你黄色的时候会打到那个位置。哦 ，birdy bogey， 烂死了。那来看日粉，盘呀，划过划过，看你们进，哎哎哎，为什么？感觉有人比我还烂，好爽哦！来推关啊，烂，耶，不起哦。来看六探，六探已经不，你要 double bogey 了。可能二搏气哦，庞亚，还有搏气呢，也有最强搏气哥，好怕爽，我怕，打完了，打完了，冷，坚强，我才是高尔夫球王，看第一名，你们平手了，平手了，第二，那我第一名，我46等，爽。好强哦！哦，来打抢劫 ！I7J Ulimo，I7J Ulimo，Yes， 帅啦！再来啊！等一下，等一下，我看看我下一个每日是什么。我先把我的每日解完，因为我没钱了，干，穷逼吧！那先帮你解完，我连玩生存都没钱买子弹，干。先帮你解完，然后我等个参加一场生存战，生存哦，就是打，就是对射啊。啊啊！我可以直接开吗？还是要去找地方？这是吧？生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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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存啊！哎，对，对面有那个，对面有那个脱衣舞娘，赶快来看。等一下啦，先告诉我要解生存啦。生存是四个人一组，然后挡那个攻击。那可不可以开一个给我玩？好啊，等一下哦，我先看一下这个。看哪里呀？干嘛？你这里，这里，这里。看，色鬼一箩筐哎。不会抢劫完再跳看脱衣舞、喔？不管不管，看现在这个时间点才有的看。我回来看上空女郎。啊，我来了，我来了。哎呦，有哎有啊，哦有哎有哎。哪里哪里？空女郎。哎，会不会被编排啊？会不会？过来，印度过来。耶！我根本看不到。哦、喔，你们在里面哦、喔。哎，床边我们再进来。哪里？进来进来，赶快进来看，进来。你在哪里？对、哎、呦，上空女郎，上空女郎。哎、欸，干，他们真的上空哎、欸？为什么啊？因为这边是、那個、在开趴，是不是？这边是 Playboy 的那个创办人的，真的还假的？好像是，我记得设定上好像是。他好像是说那个是什么？我要第一人称研究一下。这个是那个，这个是那个。干，你撞到他们的啦！你那么跑光光的啦！干，他们跑光光了。干卖照，叫卖照。没有上空啊！卖照啦，那边有一个啊，跑掉在那边那个洞旁边那一个、啊，卖照有一个。你说这边、啊？哎呦，我里面还有哎、欸，哎呦，干他全裸，干小心不要全裸。啊你还有全裸？全裸被我推跌倒了。哇，这个奶好大哦，赶快拍起来！小心小心，这边有一个没有内衣的。哦哦，谁？哦，干你娘！靠了青蛙撞来！哦、oh, ，sexy， 又 fucking sexy， 这样赶快拍！又没有全裸的，这里不能开枪啊？好像可以。他好丑、哦！你说另外一个胸部很大的哪一个？就是你前面那个啊！干你撞到他跑掉了！哦天啊！干，我想要看他打！哎、欸，你又吓走了！你每次四处在吓人！妈的，青蛙撞来！跟你们四处在吓美女，哎、欸，他去这样青蛙撞来，他这样跑出去，想跑跑出去啊！妈，你怎么可以这样全裸跑出去？看我青蛙撞来，干他们全部都跑掉了，没得拍啦！你们两个白痴，青蛙撞来，白痴，干没有奶看了，快追奶者联盟，快青蛙撞来，干哎呦，这边又重生好多奶，我要来拍拍青蛙撞来，他会重生哦。就是被吓跑的会跑再冒出来，小心手榴弹！
我们就这样一直看着他，然后到白天。哦。看他会不会跑掉？哎呦！怎么撞不了啦？我看一下，哪里？我看看再跑嘛，踩他。Yeah, it's fucking sexy. 牵制他。我看怎么爬墙了？卤蛋一个人在那边欣赏。Oh, sexy, 爽。我看一下，卖照，卖照。哦，这个奶好大，好正哦。滚。孩子，我看一下。就看你好胖哦！你才胖了妈的！你撞就倒了，干！哦，好强哦！看起来挺正常的。干他跑了，打他！哇靠！这边又有一个裸上空的，追他！天！退！哦！干！夹蛋，你怎么走开啊？你很大！追他！哦耶 ，sexy， 耶！好，我拍爽了，我拍爽了。Sexy hot girl， 是哟。How are you? I'm fine.、欸、你踢掉一个人了，然后他们开始混乱了。没关系，无所谓。哈哈。干，我一定要让你全裸到白天。中间的洞没有东西、欸。买照。哦 ，sexy。有两个人还在那边欺负。买照。白痴。直接踩在他身上。买照。你们在干嘛？不让他跑，欺负他，旋裸嘞！不要打他，不要打他，推倒他！旋裸，哎，你卖照！搞，扫地！咚！哇，直接在外面跑，都不休息！嘟嘟嘟嘟嘟，搞，嘟，哎，水哦！哎呦，他会劈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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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吗？他死了吗？打车了。他还没死，他还没死，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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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死。关我什么事？警察来了啦！噔噔噔噔。原来是救护车吧 ？OK OK。烂死了！有人在对你开枪。有人在对你开枪。那边也有事。踩他！噔噔噔噔噔噔噔。谁啊？谁在射？啊！你射到他了。射错人！我射错人。干！他死了吧？就是你害的。你这讲人，干他死了啦！他流血了，啊、了没关系啊，大势已去。我生气了，我角色生气了。哪里有？我没有看着他的身体，看到早上。我生气了，我生气了。你看我的脸，看我的脸。哪里啊？我看一下，就是你平常的脸啊，一模一样。干，哈哈哈他身上有个洞哎、欸，谁开枪啊？我看，我用第一人称看你的脸。那你好生气。生气的脸，到底半夜三个吃饭在调戏女孩子，真的啊，走了啦，赶快赚钱，我没钱了啦，一直在那边看，先开你的点啊，你其他的每日啊，开生存啊，我要生存，帮我开，啊，我开，谢谢 ，into 开 ，into 开，那个什么救护人员来看尸体了 ，into 的开，你傻小。生存是不是？你杀熊！滚！那你啦，你看不中，你中箭！中好好，来来撞我，来撞我，来撞我！你看不中，好厉害！挑衅我？嗯，对不起。这个好了，冷滋滋。你看不中，叫勇敢。哦呦，我的酷六马不要撞了，新买的、啊。好，确定。你开酷跟我讲勇敢，我也有。我操，超壮！换台丑车。哎，我要邀请你们啦。邀啊。None。所有目前战区 OK 啦。看到，看到，加进去。干嘛特别选一个二到三只人？太多了吧。他应该没有差异吧？冷滋滋工厂团队，冷滋滋工厂，冷滋滋冷工厂。看我买了重型护甲，
没钱了，对生存是。哎、欸，你买那个护甲就没钱了啊？对啊，干。哦。限制武器，蹦动式散弹枪。动动式。动动式。蹦动式，晚安、啊，晚安、啊，睡觉晚安。晚安。晚安。嗯，怎么会有队伍？这是为什么会有队伍？这是团队生存，你开错了吧？真的吗？快快吗？可是这样子有差吗？好了，那打完嘛。打完，打完看看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就要再开那个另外一个生存。哎、欸，好像不一样。对啊，是团队生存不一样。你的是团队生存。好雷哦，我是生存呐、啊。看，浪费我的时间。好好，这样不算哦。真的吗？雷不算。连开任务都很雷，你也是第一次。靠。屌。不愧是雷 man two。真的。不愧是 Ubisoft 的吉祥物。真的。看哪国人啊，还在爬墙，上车了啦！是要上车吗？要直接攻过去啊！哎、欸，对，根本就说直接攻。骑这个车是骑行酸的吗？骑行酸的。他们来了。为什么蹦倒车？回头。我蹦倒车、啊。他们是骑走是吧？我们只能用徒手哎、欸，对啊，好烂啊！哥，你看我比中指，看没有东西啊，只好比中指啊！停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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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Hello， 看这个孔，撞下去 ！We are the children，We are the children，We are the one， 逃错地方，看 ，Be a better day。哎，穿一件，烂死了、啊！不行哎、欸，他只有一次机会啊，烂！哎呀，这样就输了啊！这样子就输了，烂死了！赢家，喜欢先看一下，先看一下你那个有没有勾起来啊？没有勾起来再用另外一个，一定没有。我觉得应该有吧，他没有局限啊。哦，居然在这边死掉的！哎、欸，为什么又一次？还有第二回合啊！哦、第二回合，靠！哦、我们去看那大卡车。看，我现在是要撞他们。OK， We are the world， 我要是换边了。以为你可以上来吗？干你娘嘞！太生气了！干，你在哪里呀、啊？印度还在大卡车上面。哦，雷，我出不去了。干，雷！撞开！哇，你很屌嘞！哇，你也是蛮屌的嘞。哦，哎，结束了，结束喽，这真的累，烂，有一千块了，一千块，一千块，是两回合哦，设定成两回合，那最多三十人，所以这三十人玩的话，应该是蛮好玩，我觉得会大混乱，去啊。因为大家都只有一条命啊，对啊，就只有一条命啊。打 CS， 是游牧师。游牧师，看先看一下有没有再说。看是不会有了。哇，四点哎、欸。对啊，四点了。礼拜啊，周末没在管的。周末谁在睡觉？大家都要睡觉了，白痴啊！我刚刚还想了一下，我要睡觉，有吗？还没读出来，有吗？我还没出来。哦，你比较久，出来的，我已经出来了，老老实实的打出来，爬上去，爬上去，啊、爬不上、哦我的钱现在是689956，抓到了。
没有啊，梅姐。那就是没有。你完整念一次给我好不好？你的。对啊，我觉得你完整念一下。我参加一场生存战啊。生存战，就是四个人一组，然后打。对啊，打电脑一波一波手那个。好好好，我看一下。我会，我开，你不要在那边打。干嘛啦？啊，开。没有，因为我想说生存战是不是都一样？小香大绿。哦，居然死了，干！医生来。开了。哎，干我的画面。哇，我好像宕了，哦、oh. ，我要重开游戏了。你为什么会宕呢 ？Fuck！ 被那个六探干了。他们说缺钱的话可以洗太平洋。Oh. 无法连接到战局。因为我断了，而且我连那个时光都爆了。时光也断了。对啊，等一下。没有啊，我这边看还有。卢恩威已经离线。等一下就断了，不急。我重开，哎、欸，断了，大家再拜拜了，断了。你觉得真的残酷吗？或许温柔才是可耻的。这首歌叫做《伤心太平洋》。妹子，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以前这首歌是一个武侠片的。片头曲，一波海外平息，一波又来侵袭，好像是《神雕侠侣》。干你老师，狂风暴雨。太平洋是什么任务啊？太平洋标准银行吗？他们说缺钱可以玩太平洋，那就是、那个任务的，那是任务的名字吧？抢劫的最后一关啊，我们都还没抢到哎、欸。哦，是啊。对啊。深深太平洋的闪闪发光，看我这1000多块，好难过哦，比我本人还穷啊！看，氪金，穷到只有那个一间房10个车位、啊，超惨，该氪金咯。我回来了，你们要加我这边吗？我看，我还在宅路中哎、欸。那你们看要不要硬强制跳把你们邀过来？我要回去看富兰克林了。嗯，我先邀请你们再说。好，邀请，清场清景，丁场经理。右太人为什么不加我的爱情节 Uli Mo？ 你不是满了？我那个时候很早就邀请你了、啊。好，你现在去那个 Social Caliber 可能可以看到邀请。如果没有，就踢掉一个，不然就自己开一个啊！我加进去也可以啊。我好开个。出现在家里。开呀！社交。我的帮会，哎呦喂！我抢劫来了，先帮你把美玉解完，然后我们直接抢劫。对啊，我抢劫帮会成员，寻找帮会怎么成立啊？妈的，成立要在那个网站上面成立吧 ？Fuck， 都说看了本里面可以用。对啊，门进来了吗？我应该进来了。看一下，有啊，都在这边啊。好，那我直接开生存战喽。OK， 开喽。又看你插什么生存战以外，完成一项飞行学校课程。好，那你那个要自己跑。好，飞行学校在左下角机场那边就有。好 ，A186， 特服车 ，OK。HQ 是5点多打，是不是？斧头，据说是5点半，可是我觉得不会这么准时，应该6点开战吧。嗯，邀了。好。哦，那个路人比那个粽子给我。噔噔噔，去弄一下网页。OK。办一个班会。
你可以晚一点自己确定好啊。就现在，我要开始喽。好，你买一个重型吧。刚刚我观众跟我讲说，只要把设定里面的那个失焦时暂停游戏拿掉，我刚有调了。哦，你调好了，所以他不会那个。嗯 ，very good， very good， 感谢这个。那是干嘛的？这个丢大大，就是你只要切视窗的时候，它就不会暂停这样。哦，开战。切视窗不会暂停，你的画面不会停住。开战，快鼓起来！这个就是那个、啊、拿枪枪守护家园。人家是跟我讲说躲室内，然后大家各看一个方向，他会在你的视那个摄影机死角重生。是哦，所以彼此看死角就没问题。我觉得躲在这里面还比较好。你就躲里面啊。对啊，没准备，准备，准备，来来来，来来来，看到，看到，看到，在哪一个方向？我怕后面也会有人来。好，我看后面，有我们左边，我们的左手边又来了一些。对。打死你嘞 ！Fuck you！ 这好像还有，还有一些第一波要结束了，好像最多十波吧。剩一只，剩一只打死就第一波就结束了。我怎么看不到？六探爬过去，那直接揍他吗？丢！地上有那个护甲，记得去补。None。No. 看到护甲要接着去补，还有没血的要接着去弄一下。嗯，没有失血。大家聚在同一个位置比较好，六探两对啊。我现在回来了，我再回来。快点，快点，快点，快！刚好啊。我看着你的后面就不会重生。我要进房间，我要进房间。左边，左边。哦，一点。OK， 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哎呦，挺多的哦。开 party 哦，还有，哎、欸，我们后面的很多哎、欸，啊，来来，瞬间放也蛮多了，来了来了，哦哟，哎、欸，打死，还有一个哎、欸，还有一个在这边，还有一个在这边、欸，敌人超多，哎呦，这么多。太多了吧！都是超级老头，死光了。哇，这么多！你有空档，记得自己去看地图上面的东西。哎、欸，是是是。哦，还有人丢拔蜡，这么屌！哇，嗯，外面还有一只。OK OK OK， 猛猛猛！第二，哎呦，十一王哦，十一王是啥？哎呀，还蛮奇怪的，我明明杀了还蛮多人的，为什么他只有显示二？因为可能是你自以为杀了很多人，不是啊，他有显示啊，有跑那个数字有没有？他头上你打死一个人，他不是会跑数字？哦，就是你自以为跳出了数字。不想屌你更等一下等一下重生了，通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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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要蛮多的哦，正前方一大群，我、哦、干超多！哎呦，超多超多，赶快进去，太多了。后面还有车子哦，打掉了，开一台。看一下那一台，我应该可以打。好了，哇，我这场都没杀。哎、欸，有一台，
有一台那个两颗 ，OK OK， 丢丢。那、啊、我嘴角干嘛有个血迹啊？被治疗了啊？因为你跑去跟我抢同一个，我要换一个了啊！我没看到说，麻吉麻吉，你那个都拿剪掉。怎么换枪我都不会。按一二三 tab 可以很快速的换过来，然后你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或滚轮都可以。来喽！哎、欸，有一个人怎么跑那么远？是我 OK。啊，又来了！小心哦、喔！这边的。我跑进去屋子里面 cover 我。我在打。OK OK OK， 我过。哎呦哎呦！操，我要死了。哎呦！跑室内，跑室内打。哦，那边有个多人的啦。明白。有点痛。哎，有直升机。我干，怎么打下来的？用那个火箭筒给打。哦，那边好多人。加油 ！OK， 你打了，干我死了！你不要跑，我也这么你跑出去了啦！外面太危险了。啊不能！你要那个，谁这边打我？这里，你走开，走开！OK 啊，这是好像死了。没有啊，在哪？这是死了，剩下最后那一只，不知道在哪里。啊！死了，有了。对，我只打两只。哇、哦！这次竟然变成货真价实的地方。哎、欸，我就讲了，我真的又在打哦。哦不。哎、欸，为什么都要跟我抢？只好吃。啊！快跑！哎呦，被吃掉了。来了！哎、欸，哦，在右边，后面，右边，很可怕。来喽！哦，哎、欸，呦，那边我打不到。你这边我们来打。要对啊，要一个是顾左边，一个顾右边。我在顾右边。啊，来一个！哎、欸，死了一个！哪里来的人？有车。有车。正前方有人。哎、欸，为什么我看到那边有人啊？没有显现出。哦，很多人来。好的。啊！打！不要弹我！真是雷、欸！又来一个！我本来想要敲他头的。敲个屁呀、啊！来。打左边，痛死了！快抓子弹，快一点呐、啊！这个，哇哇，剩一个，剩后面车子。炸！哦 ，OK。Good，Beautiful。变职业。最大生命值是怎样 ？Yeah！ 只好补个血啦。Yeah！ 干，一个都捡不到。日本捡官呢？干，爱捡。我只好爱捡价呀。爱捡价呀。老方法，守这个方向。哇，来喽！印度人面超多的。哎呦，那么多！那边超多的。那。
还有一个从我后面，那、哦、正前方冲着大，冲出来一大批的僵尸，把这当打僵尸还蛮快乐。对啊，有车，后面思路，小心哦，车来了，车来了，我打后面。哎呦，好像僵尸哦，一群僵尸。我被我自己的头挡住了。来一台车的样子，我去帮印度。哎呀，打你！看我一个人都打不到，操！哎，好了，好险哦！还有敌人。看我的近战攻击。我在。可能是那台车。有一台车要从前面，从前面，前面，前面来了来了，我看到他从前面来了。又另外一边又来一台车。真的，他绕很远不理他，趁现在去拿那个防弹衣，应该是那台车。我已经不太想要出去了，我觉得出去很危险。那，怎么打不到？你在外面啊？在后面吧。对啊，在后面。这铁皮屋还蛮好守。Jam。对啊，这个铁皮屋好像蛮好守。我只杀四个人。干。阴思路，哇，我十三个。这边六探。哪边？我要被印度捡走了。没关系，这边有。啊，耶！我终于有防弹可吃。有血的要记得吃血。我的，这好像阴思路哦！天哪，重型狙击枪也好爽，真的。对，让我进去。虽然打不太到人，嘿嘿，我觉得步枪比较好。对啊，我也是觉得步枪。我绿水你来守，我跟六单守后面。来喽，来了很多僵尸。僵尸王。又来一只僵尸。哦、好多、哦！哎、欸，切，蓝鹰的，正前方敲多，大家小心。还有一次 ，OK、欸。你射的 RPP， 右边有台直升机来了，左边人很多。直升机我来，小心啊！我们这边人。直升机有两一枪就狙掉他们，掉下来、哦、很多那个卤蛋，你那个方向，我知道，我看到。又、欸、来。打你哦、嗯！还有很多。哎 ，shit！ 我干嘛躲在这边呢？哦、oh、，my god！ 那边那么多。我干！打！我快死了。难。不行不行，我快死了，快死了。过了、okay. 哦，好险哦！最多十波，真的吗？嗯，几波啦？七结束，现在八了，剩三波。哎呦，赶快！这个谁要？我去捡比较远。好，我要，谢谢。我捡掉了啦，笑笑笑笑笑笑嘞！我被赶把你捡走了。你去捡那个后面那个榴弹、哦、发射机。等一下再说。哦，跟榴弹发射机。就算你出去那边外面还有一个。Cover我，我要射了。来，看到那边人超多，我看到那边。哦，你啊喂！哦，干，我被打掉了，我的护甲剩一格，比我出去捡之前还少。我跟印度守同一个地方好了。一样是一个人射左边，一个射右边。那、嗯、你那边很多。哎呦，还没看到人。人明明就一大堆，丑到爆。哎呦！切！哎、欸，谁在射我了？你干？为什么有时候狙击枪会这样乱、哦、乱跳？正前方了！我要死哎、欸！我狙击枪刚刚不知道干嘛乱跳？哎呦！哇！印度死！啊！不要出去！不要出去！哦！为什么被射死啊？哎、欸，他从哪里射的？你这场敌人伤害很大、欸。很痛、欸！哎干！习惯了，但我没救了，大家再见。啊，谢谢你啊！结束了，六探加油！不可能啦！加油！加油！
不可能啦！哎哎呃！干！妈的！射了！到达地爬坡！射了！哇，一万多！哇，你赚大钱！哇，赚！34的，还可以解掉每日，酸！你去哪里去玩你的那个就结束？飞机！你知道在哪里吗？机场？我不知道。左下角。嗯。地图就左下角那个机场。为什么我刚刚按瞄准他都会断断断这样乱弹，干超烂的，不知道为什么。看来第一人称模式还是会有点问题。真的，杀人必见血，我觉得那个白金奖章好酷、啊。突然莫名得到一些成就。对呀、啊，赶快把我的钱换掉，不然我一直都是六八九。什么六八九？我的钱现在是六八九，我变七十。好敏感 ，US 六八九，而且我们现在很惨，刚好在这个位置。等六段解完就可以开枪解，不过我觉得六段解完大概也差不多要那个了。我们只有打在我们在右上角哎、欸，啊，我要去左下角超远哎、欸。哦，对啊，就是我载你。嗯，不用。左下角，你说一个黑色飞机那边呢、啊？嗯，我看一下，应该是真的、欸，圣安地列斯飞行学校。对，你要不要？你要不要直接自杀，然后重生在别的地方，还比较快。你也可以就先跳出去，你就是先用 M 来设定你的重生点，重生在家，然后跳出游戏，我再把你邀进来一点。没关系啦，我车嘞？干，我车也不见了，干。没有钱。你的骷髅马不见了。来看你是不是飙酷车神？飙。哎，飙酷车神干什么？你坐了 一台好，他好像不在的车。哎呦，那台车还会抛起来耶。Bitch， 卤蛋车的那个私交时不会那个定格的。对啊，是在哪边设定吗？还是设定的影像？哦，没记错啊。OK， 影像里面的私交时暂停游戏，把它关掉。6.8公里，太来劲了！靠腰啊，一来就撞我车。你想要去哪？就回家、啊。是哪一个啊？回家、啊。影像的，然后什么？影像啊，私交时暂停游戏，关掉。哦。回家、啊，你是不是飙酷车神啊？看来不是。为什么驾驶声这么慢？哦，那飞机声很慢，飞机好像真的不常开哈。飞机我那个时候是挂网8小时才慢。挂网怎么挂网？就是去机场偷一台直升机啊，然后把 W 跟 A 还有4用那个10块钱压住去睡觉。他就一直在空中啊。他就在空中一直转，然后醒的时候就满。干，都不会断线的。不会。哎、欸，把那个，那个叫什么？那叫什么？广播关掉吧。哎、欸，你那边是什么歌？我刚刚那边是《Ready to Fly》，我这边是自己的歌。Ready to Fire。我都是给它关成静音的，这样就不会困扰。对啊，因为开台不能听那些。对啊，我现在是在坐日本的车，是用他的广播啊，所以没办法。哦。可是我听的是日文歌耶。但是你自己设定的，我听的是。没有啊，我说的是那个。你会不会起啊？天哪！那个把那个音乐关到最小声啊，就0%。干，接不起来。真的吗？看，其实 GTA 做的赛车真的不错，真的很好啊！已经有超越以前那个极速快感那个是极速快感的那种，大概3-4年前那种赛车水准。而且它有很多额外的小东西可以玩。对啊，妈真的做的不错，真的是做的很猛。No， 就是它，就是附带价值的东西这么好玩。对啊，只是附带而已就这么好。你还没有玩过主线、欸，他的网球跟高尔夫也很好玩啊，干，超好玩的。他的网球有点像以前的那个 Virtual Tennis， 1800块真划算，哎呦，真的，真的超划算，还完全中文化嘞。对啊，有中文超好的。丢，
哎呦，我这边没地方进去。对。他们的那个驾车系统啊，比那个看门狗好多，好太多了。看门狗的很烂。对啊。Oh shit！ 干，这边多出一根小树枝在表我。让车，让车。哎，走错了。走错了。哦，我把一个电线杆撞烂了。好，没有，我过来了，我过来了。可是车子没有过。干，不行，车子没过就失败。看来我就是没办法，没办法预知前面有一个烂栏杆。这要干嘛？那个好像飞向。好像只要进去参加，就是晃个一场一两场，你再退出就好。浩瀚无垠，就是那个什么教学，因为他好像会一直教下去啊，然后就很烦，对。每日的话打完一场就可以出来。对啊。腰库车程啊，怎么一个那个？哇，这两个，万金斗是什么？哇，就是你等一下要按住是那个五吧，我没记错的话，他会教你啊，照着他说的做的。我没听到。你就照着他画面上面跟你讲做就好。为什么是外星的？你就是在他指定叫你转的时候按住右边数字键。那我先飞，对不对？对，你要先飞到他指定的地点，然后叫你转。我不知道他指定在哪里耶。他画面上面应该会有位置。我已经飞，看、不知道去哪里。到了。干嘛？哇，现在不知道干嘛。fucker， 哎、欸，白痴，白痴啊！抱歉，哎、欸，下去，没有，哦，这样子啊，哦，这个人是北七，北七。北七，这个人头发长出来。北七，这个人头发长出来。这是日本人。这个是北七。啊？这是赛亚人。阿哥。就是你。就是你。这台车。那边有一个安全帽。拿一根东西追杀人，超白痴的。看这画面，超白痴，在冲上脚。看这都在冲上脚，在讨债吗？讨债几百？踢墙壁，喂，打，这是一个北七。Hello，Hello。哎呀，哎，完全不懂，算了。这是一个神经病。这样子应该已经有了吧？应该已经过了吧？你可要完成。啊？这个人头发长出来。我记得第一个很简单啊。这个人头发长出来。这是一个北七。有一个人在你后面拿着球杆。这是一个北七。拿着球杆的人。看我画面怎么不让我切了？我要切回原本第三人称。要下去。去死哦！为什么要拆自己家？我看一下六三的画面。
应该你只要参加一，就是晃一下，然后再跳出来就可以了。应该是。等一下。对啊，你就飞到他黄点啊，飞到他黄点之后，叫你按住，然后就按住就好了，你就会整个人翻一圈之后，右下角那个跑马就结束。可是我看到你往天上飞，为什么？错了吗？不是、啊，你要到他的检查点。啊，要头往前哦，这样。他有检查点。嗯。哦，就是因为你一开始那个啦，你现在 OK 吗？你一开始在前进的时候，你就不要变方向，直直飞就好。现在直直飞。哦，他是叫你按。我、哦、OK 啊，看起来是 OK、啊。七，打，七，练拳。哦。及时进食。哎呦！咻！看着你的画面，玩个飞机吗？人家啰嗦。画面。看着你的画面。有啊，六三零打完不是吗？我打完了、啊。那你跳出来应该有了吧？应该会有。有啊，我。为什么变第一人称啊？我看你的画面已经结束，你出来应该就完成。为什么变第一人称？那，因为你是雷包。对、哎。那你是臭雷包。那。我没有不看指示啊！我他妈我不是看了，哎、欸、干，我出不去了。你直接把飞机撞爆就可以了。看，他把我关在外面啊！干。哦，你好像有车子就可以去那个。哎、欸，你现在在哪里、啊？干，我在机场里面。哎、欸，真的。哦，门开了，门开了，干。好啊，那我现在开抢劫，把第一个解掉，准备看比赛啊。好。去看一下。巴索，那腰了啊！干我的画面又跳掉了。Oh fuck! Fuck! 又要重开，进不去。等一下，我去用程式停止回应。为什么又一直荡？我不知道啊，大概就是太吵还是怎么样。敲敲敲敲，我看我多少钱？干，他叫我请稍后。妈的，我现在不能怎样了、啊？看我三万块，妈，我要先去把我的车牌领回来。嗯。洛森都在哪？改车王。改车王。感觉没卖哦。Oh fuck！ 我有收到订单了。哇！外面的那个救护人员。OK， 睡觉晚安喽。哇哦 ，sexy hot girl， 感觉好像你们不是什么五点要干嘛吗？看看 LL 比赛啊。对呀、啊，差不多了。对、啊，已经差不多了、欸。
打完第一个就可以看了。哦，好吧，那你就打第一个啊。嗯。接到了没啊？没有，就当掉了，重开，等一下。Done. Done. All cleaned up. 等一下要去买餐。嗯。太阳公公出来了，这样应该有车牌了吧？有了，他写六ten ten，有成功了，成功了。我的画面又复活了，可以有。小的耶！ Yeah, 我有绿天天车牌了，花了我14800，好强！我的是免费，我的也是免费。为什么？你们不是装在库鲁马上吗？我是啊，我也是啊。我装汗血宝马600，我装库鲁马免费。干 ，why？ 我要等下打电话，我先邀你们进。好。你好像直接走到那个你房间里面的那个房子就好。如果我已经有开过的话就可以，可是我现在好像因为刚断掉没有成功。哎呦，晕眩晕眩，哎、欸、有了。哦，不是，你是传那个多人。接受。啊，我刚不止改了车牌，还改了一个10000多块的东西，真的还假的？你我改轮框。我改到轮框，屁啦屁啦！你可能是按到了啦，难怪想说不是免费吗？干，真的假的？法兰克，我想说哪有可能10000多啊？明明就免费的，原来是轮框，我改到轮框了。干，你一定是乱点乱点。干，那我要改回去，不是又要花钱？好像是，我看。不会吧？会不会给你改一个很丑的轮框？我会生气耶！干你娘，真的耶！干，琪琪，我去把它改回来，不管，睡觉完喽。怒！干，还我轮框啊！哇，刚好莱斯特打给我，然后我没有接到。你再打一次，打给他应该有吧？你直接打给他应该就可以。干你老死！莱斯特。声东击西，哎，干，没有呢，要等。你真的没办法直接进房吗？没办法，要等，等他打给我。我记得我上次进房，然后他可以说你要以队长身份还是什么。那个我少了10000块，操你妈的副保！那个是他已经有任务的状况下，你才可以。哇，超美的！我大楼是，我大楼是超美的粉红色。啊！有了有了有了，我要开了。啊、现在嘞，还要打吗？他们做比赛好像快开始哎、欸。我看一下，没有啊，我们看起来，我先把最后这个打完了。我有了，等我一下。鲁丹说要先打第一个、啊。嗯，把第一个打掉了，很快。第一个我记得就是那个、啊、上次跟鸟子要拿密码杀人那一段。嗯，你说猴子那个？没有没有，就是那个时候也是绿水。然后你躲在一个地方 cover， 然后我们两个下去交易那一关。
还是吃吃吃好贵哦！哎呀，我还没有买完，我还没买到护甲，没差。你的帮会名称又臭又尖，嗯，又臭又尖。Hello, people. Think you'll like this? Hello, people. Which is what you want? So there's this chemical laboratory called Humane Labs. 那个六探的帽子都不见了。Rashkovsky and Popov's Pharma Company. 出任务的时候好像都会把头上的拿下。包含你的假发。没错，可是我是装上去。对啊，你的头发也是又长出来了。是不是？Whatever. Point is, Percival is up to no good in that shithole. Nerve agent. Shithole. Believe. At least, that's what. 帮会名称是英文，对不对？对啊。只能英文加数字。好。大门密码。帮会色系，粉红色。色系对我。写我。干，你少了说选择帮会类型，全明星，寻求士兵好了，哇，好帅哦！不要那个标记还可以自己做，可是有点难。我的是 AI 帮我做的 ，AI 就是也是一个画画脑热的朋友。刚刚有一次加入我们 AR 开头的那一个，是一直开直升机的。对对对对。那个后面还可以改，对不对？哪一个？就是。哦，你是说一直被爆头那个哦？哦，对啊。哦，天哪！他说玩这个差是会重置您的依序进行的挑战进度，哎。正常啊，要确定确定。你们要买东西吗？赶快买哦，怪死了！玩困难哦，我都买了，好好好，都买了，买了，出发了哦，出发了。我的工会可能叫屁股大大，屁股的大大。我是什么哨兵北？哨兵北应该是你上次同一个位置吧？我想。哎呦，那个位置真的是超那个。哨兵男就是掉那个六探的位置是最好的，我跟那个日粉是最危险。哎呦！别怕，我会拯救大家的。好，我要开我的骷髅马去，等一下直接上我骷髅马开始撞人。哈哈，我穿这个比较好笑。这一关有骷髅马之后就超简单了。我觉得我可不可以待在骷髅马上面？大家都有骷髅马，真的，大家开骷髅马去撞他们就好了。四台骷髅马，啊，我没看到。四台骷髅马，师妹六探息怒一万是什么都是，谢谢你的 donation。你看你要生气，我没有生气啊，干。你再说我生气，我就要生气了。你要生气。这一关的好处是在我们家旁边而已。哎，你们怎么滑过去的？看我滑不过去。这个蜂蜜芥末。看我是我到底帮会要叫什么呢？屁股大大。屁股大大。等队员就定位，快点快点！我等下直接上我车就好了，我完全不用怕。哎呦！你怎么这样子撞我呢？干嘛？哇，你是粉红黑哦，屌吧？跟我只看呢。你为什么要乱停呢？竟然乱停？没有乱停哈。喜欢乱停，哇！我们好像那个、喔，好像玩命关头、喔，四个对啊，好帅啊！而且六太，你这个粉红色比 Into 的好看，是不是？靠 ！Into 看起来像一只猪，猪粉红猪。You are P， 赶快去就定位啊！哦，我要去制高点，我要去制高点。偷打。
六探，你等下就在那边能射多少射多少，你那位置是最好的。敢、欸、交给我吧，我他妈最会射了。然后 into 你自己看要不要找地方跑，不然就跑到自己的车上。中立大爆射。等一下，等一下哦，这个车这个里面可不可以进去？我记得有一个车库可以进去。正前方这个吧。出界、啊。哪一个？我们的车子等一下好像会不见。前面这个会啦，我记得会。这个是哦，对，这个里面不错。我等一下下。我等一下是要射哪里？那门里面是不是？我们刚进来那个大门口会有很多人，然后我们后面我现在面对那个方向有个巷子会有人，然后我现在这个方向也会有人。我先准备好。你要只要躲那边能射多少是多少就好了。我要先准备一个手榴弹好了。你不要炸到我们的车哎、欸。好慢哦。慢哦。等他们过来。先射个路人练一下手感。我说不定会失败。先粘个粘蛋，粘个粘。先丢个手榴弹。好，粘粘蛋。那乱掉。啊！雷那个雷包哎、欸，雷就是雷。妈、啊，不是我们要呛你，你自己爱雷。啊！好想看，好想看比赛哦。好想要他妈的看比赛。哎、欸，哪是啊？我丢很远哎、欸。看你不要丢就没事啊。好想看那个黑人被爆头、哦，哎，快速重新开始嘛，对不对？对啊，对对对，重新开始就是雷喂，我只是丢个手榴弹也有事啊、哦。说你雷，还在狡辩，就是雷啊。跟雷 man two 雷，车子不见了，车子不见了，就因为你叫车吧，还是没关系。其实没差啦，打得赢就好。确定？好哎、欸。叫车不会比较那个吗？如果把车叫过来，好像会好一点。我看一下。对啊，不能叫车吧？现在不能叫车吧？好像也是不行。我看一下机构。在差事里面好像不能叫车。干果然嘞。果然嘞。加强我们的难度哎、欸。对啊，难度提升了好多。哦，没有办法，在里面不行。哎、欸，为什么刚刚这样子打会失败啊？因为你炸，你惊动路人，惊动路人也有事。欸、我可不可以上来？已经制高点了。哎、欸，哦，他说我出血血，所以一定要在这边呢、欸。烂，为什么你可以这么雷、啊？靠，最好啦。来了没啊？我们的骷髅马都没了，等一下好危险的感觉。对啊，所以我就说，我们等一下应该会先往六台那边，然后一个一个打掉。啊！我什么时候可以开箱，我都不知道。来喽！等一下。没有，要等那个有一台车在交易。可以打了吗？还不行，还不行。任务开始的时候你就知道可以打。好，你跟我讲。他要进入进动画。其实也不用讲，你马上就知道了。You main labs? All right.这主线好像会出现，我记得。是吗？我玩过主线，没有这个任务。没有，我说这个人，他好像主线有出现。哦，你都不想理他。嗯。You got it. 来喽。老黑呢？啊，是啊，打 FBI 开始啦，任何红点都打掉就没问题了。好啊，然后这是困难模式，没有死亡哦，谁死掉马上就结束了。快跑啊！快跑！干、哦、怎么蹲啊？怎么蹲？怎么蹲？怎么蹲在后一个后面？哎呦！谁啊？干，等一下。哎呦，他们怎么那么厚啦？血那么厚，看结果我根本就……哎呦，啊血、欸！很难呢、欸，很难呢、欸欸，我会死、欸。很难很难呢、欸，我不死，我死。哎、欸，我会死哎、欸，卢特，你就回去等血回到一半的时候再打，这个不急，真的是不急，打了赢就……哦血，结束了。不是，这太难了啦，我不行啊，我被打一枪就死，要死了。我也是啊，嗯，预设。不要解了，这太难了。是哦，嗯，我太弱了，我不能打这个。
没有，要不然就是不要。其实大家状态是一样的、啊，就是被打不要。不要用困难啊！就我不太会这样子玩。那现在要退出吗？退出好了，退出看先退出、啊。太难了，我不行。下次再打啵。技术不够。只好下次再打了。如果有库鲁马一人直接坐在里面，应该就没事了吧？就很简单、啊。可是他不能超界啊！可是那个动画进完之后，不知道会不会不见。对啊，动画。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一次就是直接开车进来，然后有库鲁马，然后动画进完之后开始。刚刚是唯一的机会，然后被雷掉了。可是上次开车也是开车，我也是停进去啊，就不见了。可是上次我们并没有任何人有库鲁马。可是普通的车开，就是自己的车开进去也是会不见。那库鲁马也是我们自己的车。嗯、你确定车子开进去不见？不知道。好了，算了，下次。啊，那就下次再破啦。没错。休息。休息了，关台了，看比赛喽。看比赛。呀，大家拜拜。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